包管会现在出席委员21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首先介绍列席的官员。第一位，教育部常务次长林腾蛟，林长志。人事处李秉洲处长。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给予福利处副处长林景惠。全序部退辅司司长吕明泰。国防部资源规划司检任编撰魏木树先生。人事参谋次长是中校陈玉生，中校。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徐永义先生。好，那现在我们介绍今天在场的委员。首先介绍王定宇委员。李立芬委员。黄国书委员。柯志恩委员。好，那今天的会议是要兵案审查委员柯志恩等16人及委员王定宇等28人分别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现在进行提案说明及报告。首先我们请提案人柯志恩委员说明。谢谢主席啊。我想我针对这个我的提案先稍微做一点说明啊。双薪叫做这个双薪，其实已经造成很多我们学术界这样所谓的一个不公义的状况。那我想我这个提案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我想就是说从自公立学校退休之后呢，他转任私校，如果每个月的他的平均的超过月退所得的一半的话，那他应该停领一定比例的一个退休金。我想这是过去里面很多朝野一直努力的一个重点。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以三十年的年资60岁退休的大学教授，如果他月领的月退俸是8万块钱的话，未来如果修法通过的话，他转任私校，只要他的月薪超过4万元的一个教授呢，将来只领28000元的退休俸，因为呢，这退休金的35%是他自己所自缴的，所以我认为他把他自缴的这35%拿回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那上一次那个司法法制通过，早上通过是有关于这个增订公务人员退休的第23条之一，那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全停，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减少65%。那这个部分呢，到底在我们这个下午的这个会议当中怎么样，我想留一个最大的一个讨论的空间。那我想我要特别的强调，就是我们非常乐意看到有能力的退休人员他能够继续转任，然后贡献他的所长，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修法并没有违反就是他再一次找工作的这样一个权利。然后呢，我们特别提到了像上个礼拜行政院所通过的版本，他对于转任的这个公股有就是公家提拨了20%的这个财团法人或公法人这个部分，你都要设到一个限制。那我们个人认为说嘛，像中学里面拿到国家200亿，大学公私立大学是拿到国家200亿的一个补助，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面呢，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公务员一个大学的公立大学的老师转任私立的部分里面呢，他的一个待遇受到限制，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合法的一个理由啊。这是本人对这个法案的一个说明，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提案人王定宇委员说明。谢谢主席。本席这边做提案说明哈。有关我们社会长久以来争论的，不管是双薪、肥猫或者不当得利，这不仅是伤害了国家资与条例或者资己的相关的公正性，对当事人来讲，也形成了不必要的污名跟困扰。那我们在行政院的部分，针对公务员、军人转任我们国家投资的公司、基金会等等，已经做了相当的处理。那本席所属的委员会，我们在退辅会、退将转任投资事业单位或基金会，也已经做了处理。他们不能再领双饷，不可以领优存，那他可以在2份薪水当中择一。那目前现行学校教职退休人员这一个部分一直没有处理，所以基于合理的利益，避免影响个人权益，消除肥猫的疑虑，也希望去除社会污名特定行业的一个现象，本席及我们同仁28人提案，针对现行学校教职退休人员
在转任公职、行政法人、政府转投资公司或者财团法人，除了没有比照公务人员退休法明定停止办理优存规定外，他转任事业单位等等，我们希望他在新的薪俸，他如果要领原来的月退俸，在新领的薪俸要领最低薪资，那我们也希望在优存上他应该选择予以停止。那我们基于这样的要求，我们希望把它法制化，我们提出这样子的修法的一个提案，也希望我们委员会能够审酌，尽速让台湾所有的退休给予也好，转任的相关的权益也好，都予以法律的保障，也符合公益的精神。谢谢。好，那下面我们就请教育部林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大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并案审查立法委员柯志恩等16人及立法委员黄定宇等28人，分别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3条文修正草案。本人应邀列席报告，感到非常荣幸，谨向各位委员报告如下：一、有关立法委员柯志恩等16人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说明如下：第一点，柯委员提案增订退休教职员在受聘私立学校职务应减发退休金规定，主要系考量政府每年给予私立学校学费及其他补助，退休教职员转任私立学校工作所需职能与在公立学校任职类似，不仅有排挤青年学者即储备教师求职之情形，亦不利青年就业。此一修法精神与政府历来处理退休公教人员在任一定职务同时领取月退休金及薪资应做合理限制之方向一致。第二点，考量政府每年均编列预算拨缴私立学校教职员之退抚及公健保费用，并给予奖补助款，且主管机关对于私立学校之监督与管理不因获得政府补助款之多寡而有差异，原公立学校退休教职员在任私立学校职务退休金领受权利之限制，对转任之私立学校应一体适用为宜，宜与其余各款在任限制规范衡平。第三点，此以政府目前已筹组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处理各职业类别人员年金的议题，有关公立学校退休教职员在任私立学校职务其退休金之停发条件及比例，那么也有部分的委员在年金改革委员会那么来做一个提出。那么基于公教人员整体一致的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并采建立了并采同步同标准的方式来办理。二、有关立法委员王定宇等28人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说明如下：第一点，第一项增订退休教职员在任应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职务范围一节，王委员提案增订退休教职员在任政府原始捐助证或捐助证达一定比例以上之财团法人及转投资事业之职务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政府代表及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之团体或机构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应停发退休金之规定，本部竞表同意。为基于公教人员退休在任规范限制一致性，建议参照105年5月11日修正公布之《公务人员退休法》第23条及
同年十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院会通过之《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十三条修正草案，增列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判刑确定而入监服刑期间，及因案被通缉期间，停发退休金之规定。第二点，增订停发内涵，包含优惠储蓄存款利息，简称优惠存款，只因现行学校教职员退休得办理优惠存款及停止储存之规定，系依本条例施行细则第三十八条及公立学校退休教职员一次退休金及养老给付优惠存款办法规定之办理。本条例母法呢，并未定有优惠存款发放规定，原有关停止办理优惠存款之规定，建议于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二项一体规范为宜。以上报告，谢谢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现在已经报告完毕，那开始进行询答。每位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必要时的延长两分钟。下午四时截止发言登记。那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李立芬委员发言。主席好，麻烦请次长。这个可林次长。林次长请。李委好。次长好。是。次长，我们都知道教育这个职业，它确实非常需要整个经验的累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师，其实他是穷尽一生来追求知识，也非常有热忱的把这些知识教授给学生哈。我想次长你应该会很肯定这些老师毕生所努力的研究跟教学吧。是的，我们的教育的发展都需要我们的老师大家来那个，事实上现场也有非常多优秀的老师都值得我们的肯定。是哈，所以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的敬佩老师所做的一个努力哈。可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说，有一些老师他是在前一所学校退休后，然后转到另一所学校去。那志祥想请问一下，这到底是你认为是退休还是转职？过去呢，包含了我们公立学校的老师，他可能在退休之后，也领有这个退休金嘛，哈。是。那之后呢，可能转任到另外一所私立学校去嘛。对。过去呢，当然都尊重个人的一个生涯的一个规划了哈。那所以基本上在过去的相关的规划里面，并没有非常严谨的一个规范。对。所以基本上他事实上他虽然是转任了，但是呢，也等于是另外在寻求所谓的第二春的这样的工作。就他在有一个在原来的学校退休，可是其实就他的整个教学的生涯，其实他是转换到另外一个学校再继续做这样一个教学的一个工作哈。所以呢，其实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目前的退休制度是允许老师是可以再去领取月退俸的。那如果我们又回到整个退休制度的来探讨的话，其实退休制度它最主要是要保障老师他在退休后老年生活以及他的经济安全嘛，这是退休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哈，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这些老师其实他们已经又领了退休俸，然后又到私立学校在做专任的老师，那他还有在领一份薪水，所以这个的争议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我这边有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目前退休哈，在公立学校退休后再到私立大学专任的老师，其实大概有600多位，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数字？在任私立大专校院的有1530位。有1530多位、在高中以下的有481位、那对，好，那这当中其实应该是超过90%的都是副教授以上的职等吗？还是你那边有没有的统计？基本上目前并没有这样子的统计数据资料，不过多数以目前来讲，在大专校里面要禁用私立的部分，因为学校里面要提升学校的这个教师的素质，多数应该都是在助理教授以上。 OK，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看起来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退休制度是要保障他的老年的生活跟经济安全，可是他们在退休后其实是双重的一个薪资哈，所以一般的民众可能就会对这个部分比较有质疑，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教师团体也提出了批判哈。那我想说，不管是退休或是转职，其实如果他是单纯就是转到私人的机构，我们也不会有意见，也不会去管他哈。可是就像我们这次的一个提案，就是王定文的提案，就是他在规范的是政府，好，跟政府有关的机构或是法人。好，那其实我们行政院也通过了类似的一个提案了哈。那另外那个柯志文委员他的提案是针对是转到私立学校这个部分的，那因为我们都知道私立学校它跟一般私人机构还是不一样的哈，因为它是有领取我们政府很多很多的一个补助的哈。那原本那个柯委员他这边有设立一个门槛是4000万来做一个门槛，可是我知道说早上的一个讨论好像是把这个门槛已经拿掉了，可是那个是公务人员转到私立学校，那如果现在是由学校再转到私立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这个部分，请问一下次长，你这个门槛还要保留吗？还是要跟上午的一个结论是一样的？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对于私立学校的奖补助的部分哈，每一年教育部会根据年度的奖补助款编列的经费的情形而有实际上的审酌，也会根据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及学生人数多寡的部分来核给学校的奖补助款，所以用定额的4000万的补助的部分，基本上可能每一年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所以呢会导致呢就是这个学校今年可能有受规范，明年可能就不受规范，或者是这个甲校有受规范，乙校不受规范，但是呢教师在这边转换过程当中，有的可以领退休金，有的不能够领退休金，就会产生在管理或者是在这个制度上面就产生这个汉格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教育部的一个立场是基本上基于公教一致的这样的原则，所以上午的部分大概做了讨论了，取消这个对于私立学校的条件的这样一个限制，基本上对于公务员如此的一个限制，对于公立学校的老师转任私立学校的部分也应该是一体来适用。好，谢谢次长哈。那另外我看到你们的意见当中也提到说是希望能够配合年金改革委员会一起来处理，那如果现在我们都很有共识的情况之下，我们教育部还会有这样的主张吗？还是就是可以先行而不用去等那个年金委员会的进度了？基本上针对这个部分哈，那么有关这个年金改革委员会啊，在会中是有委员是也有提案呢 对于那个退休金停发的这个标准有这样一个提案，那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部分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这个讨论呢哈。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如果是有共识就教育部的立场，我们是尊重大会委员会大院的这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决议。如果是在这边形成有共识，那基本上如果是公教一致性的这样子的原则处理，那有共识，那也循这个修法程序的部分处理，那这个不基本上我们会予以尊重。那如果是没有共识，要进到年金改革会议去做一些讨论，那基本上原来年金会议改革会议也有这样的提案，会进行这个讨论。好，谢谢次长哈。那接下来我想请问次长是记者问题哈，对，那在这边呢，我这边有看到是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在世贸有举办一个创新发明展，好，那其实我们教育部在那边有个专区，那也展出了我们有很多大专院校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成果，我这边就跟那个次长分享一下哈。第一个我们看到那个云林科技大学，它有设计的一个英语翻译机哈，那其实这个英语不是那个英语，它是讲婴儿哭声哈，不同的一个哭声，然后来了解小孩子的心情哈，他想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哈。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是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它有发展出远端监控药事照护及疗效的通报系统，那也看到我们梅和科技大学的电子酒厕所，就是锁那个药，就是说你要先呼吸出来，然后你的酒厕纸是没有超过，你才可以开车哈。那再来，我们看到高院的科技大学也有一些导盲的声控的一个APP 的一个研发，以及远东科大的飘舞花瓶等等的，就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成果哈。那这边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目前哈。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跳到一个点哈，就是说，因为我这边有看到之前段宜康委员他在脸书上面有提到，我们台湾学生在那个国际发明展的得牌数目哈有减少，可是减少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的东西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教育部从2013年开始哈就停止补助技专校学生参展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状况？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教育部对于哈、就是参加国际的发明展呐、等等这些比赛的部分，过去确实是有来回机票的一个补助啦。那根据国家的不同而有补助不同的一个标准。那这个部分教育部技师的部分，也因为刚开始在推动的时候，应该是在1999年、100年的时候开始推动的。那时候是参加的学校数不是很多，所以基于鼓励的这个部分有这样子的一个补助。但是也经过几年推动了之后啊。那么各校也重视这个部分，所以各校鼓励学生去参赛，以及各校投入的资源就越来越多。那同时呢，在这个参与国际的这种发明奖的这个赛事里面，那个也有良莠那个品质的部分也有良莠不齐的一个地方，所以是有针对这个部分是有做了一些的检讨。不过大体上呢，大概是对于品质还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发明奖比赛的部分，还是有来回机票的一个补助啦。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像实际上学校并没有预算来给这些老师跟学生出去参加比赛的，不然我们那个次长刚刚讲到说会看他们的品质，那个发明的良莠哈，可是其实这个奖牌数真的是减少非常多，而且学校的声音是说真的是没有经费可以去参加这样一个比赛，所以我不知道说我们教育部能不能恢复这样一个补助，来鼓励我们这些技职这些大专学校能够让他们在这部分的研发成果能够被看见。好，谢谢李委员对于我们这个大学或者科大哈、那么学生参加国际发明奖的比赛的这样的肯定呢、那相关的这个部分的意见呢、我们会带回去，请技师再进一步的研议。那研议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参考？好的，好，谢谢。谢谢，谢谢李委员，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黄国书委员。好，谢谢主席。请林次长。林次长，请。黄委员好。次长好。是。你服务公务生涯已经几年了？应该36年。36年，还有几年可以退休？可以，已经到达可以退休年龄了。所以你随时可以退休了。如果按照目前的规定的话，是可以。好，那你退休以后有没有计划到私校服务？跟委员报告，目前还没有这样规划。如果有的话，你快跟我讲，要你的人很多，我告诉你。没有，谢谢黄委员，谢谢。好，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问题，当然早上有讨论过。我们今天下午主要是两个提案了哈，一个案子，那是王定宇委员的提案。一个是柯志恩委员的提案哈，这两个都是第13条，但是两个提案的内容跟指涉的对象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哈，是这两个案子应该用不同的条文来处理，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好，我先来说，柯志恩委员这个案子啊，柯志恩委员这个案子其实主要的精神其实就是在处理啊。我们避免双薪啊，我们有没有统计过公立学校退休以后转任私校到底有多少人？这个教育部过去有统计吧？是的，有这个根据我们目前的统计哈，到105年的8月1号啊，就是教育人员呐、对，去转任到这个私立大专校院呢，有616位。好，转任高中以下学校的有251位，啊，就教育系统的部分总共有867位，有867位。好，是的，好。现在问题来了哈，是，我们现在早上讨论这个部分啊，我们是在他们在退休给俸的这个部分哈，每个月我们应该给他们保留35%呢？还是全部啊，不准他们领。这个部分哈、我们希望知道教育部的立场。
教育部的立场现在是希望用采取哪一个方案？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想这个部分的一个讨论啊，以及相关这个立法的部分，当然教育部是尊重哈立法院哈各位委员的这样一个职权哈，那么来这个定哈。那我问你，那你的立场呢？就这两个方案来讲了哈，那么第一个方案的部分。就是这个停发65%，然后发给35%的部分，那主要的餐具呢是依照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哈，那目前因为采用的退休金呢、是采用这个提拨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哈，那其中呢35%呢是教职员自付额，对，65%是由政府来拨款来补助，对，所以呢就个人自付额的部分的话。这个部分认为应该是还要继续发给他这个退休金，所以65%的部分是，所以35%这个部分是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如果按照你的意见嘛，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出的嘛，对，是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这第一个方案嘛、第二个方案的部分就是全部停发的部分哈、好，因为呢我们对于啊就是同样的在。公务员的哈、这个退休法以及已经通过的那个法规哈，以及行政院在10月27日刚刚通过的这个法规里面哈，修改这个学校退休啊这个条例里面哈，针对如果是退休的这个这个教职员的部分转任政府在任的啊，转入政府所投资的捐助或捐赠投资的这个，包含了行政法人、公法人、政府法人的部分。达20%以上的话，对啊，这个那这个部分是停发所有的全部，这个是完全停发嘛？停发的是的，是就是王定宇的那个版本嘛？哈，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是比较没有意见了啊、哦。这个部分我想是 OK 了、你只要在条文的设计里头把这两个紫色的对象，你不要把它放在同一个条文哈、因为。它是完全内容完全不一样嘛，你可能用13条或14条或13条之1去处理、好，那我现在问，是现在柯志恩的委员的这一个版本里头其实有两种状况哈、我们是要停发呢还是要发35%？那次长你个人呢，你比较支持哪一个版本？因为早上在讨论公务员退休法的时候是两岸啊，早上讨论的一个结果哈、是两岸是并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啊。当然，如果我个人的看法的部分的话，事实上也基于所有的这个包含公务员或者是学校教职员的部分，因为退休金的部分有35%是来自于他自付额的部分，好，所以基本上应该是35%应该还发放，应该是比较合理。OK， 这你的意见啦，你认为这样比较合理？对，这个我也不反对，坦白讲，哈、哦。真的有它一定合理吗？因为这个部分的提拨是从我过去的薪水里头提拨出来的，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可以接受。但是里头我们要处理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私校里头啊，我们教育部啊，兼任9职等以上的公务员，我们现在到大专院校去担任董事的有多少人呢、还有11个人啊。去担任顾问的还有11个人，也许他们不是领学校的薪水，但是他们有别的名目啊，比如说车马费，比如说顾问费，那这个部分教育部要不要处理？针对哈这个包含了公务人员呢、转任到私立学校担任这个董事哈啊，或者是包含这个顾问的这个部分呢、除非是他是领有专任董事，因为现在目前董事的部分的话，依照私立学校法也有专任董事可以领有这个薪资的。那如果是他是领有专任的董事的话，那基本上也应该领有专任董事的这样薪资的部分，也应该是必须是一体去做一个适用了。那至于如果他是支领的哈、这个交通费或者是这个包含的一些相关的不是薪水的这样子的，好，我同意，对，但是你们可能要去处理啊、对。他也许到私校里头，私校他会用这样子的名目去处理，所以你们可能要好好去思考这个漏洞。我们过去在教育部任职的高官啦，包括部长、次长，有多少人现在在私立学校担任董事、顾问，非常多啊、我手上就有22个啊，包括以前的部长啊，啊，吴清基部长啊，陈德华次长啊，现在都还在啊。都在私立学校担任顾问跟董事。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教育部目前已经在研定教育部的组织法，
针对哈、啊，包含刚刚提到的，包含过去的部长啊，就是部长或者是次长或者是主管高教技职的部分，我们也会订定啊旋转门的一个条款。好，这个旋转门条款你们要去处理哦。是，好，我希望你可以给答案了。是的。另外，明年的1月要开始，国立的高中只要改立私立了。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要开始上路了。好，是的。台中市跟台中市政府谈好了吗？我们已经正式函台中市政府合了解国私立自明年1月1号改立，1月1号就开始了。好，我在这里要求我们教育部，台中市政府其实是很有胆识的，承担把这个问题担起来。但是我们的相关的预算要不要到位？我们的预算完全不能减少哦，是，我们的补助款还是不能少哦，是的，哦，学生的权益不能受到任何影响哦，是的，当时考进来的时候是国立的，他毕业的时候还是要国立哦，要加注哦，这个部分有 OK， 这个部分都 OK， 没有问题嘛？跟委员报告有关加注国立的部分，这国教署已经开过会了，所以是同意他可以在毕业证书上面去做一个加注。那至于经费的部分的话，我们也都跟台中市政府都有经过非常多次的会议跟协商，基本上该给的经费一定会给。好，很好，改立以后的预算不能低于改立前的预算，这个可以承诺吧？是的，这个基本上应该是 OK， 好，没有问题。好，再来，改立之前，各个学校他们提报给教育部可能要进行的一些必要的老旧教室的改建工程，这个部分他可能现在教育部还没核定，改立以后地方政府负责还是我们教育部会帮忙？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我们跟台中市政府也有共识的，不仅是台中市，包含之前在102年正式改制的新北市也都是同样，也就是在改立之前，如果核定有案，包含了校舍的整建修缮的部分，这个经费还是由教育部国教署来负责。至于1月1号以后改立以后，那个就归属到新的台中市。有一些计划，对，有一些计划是他已经提出来了，对，可是我们教育部还没核定的。是，比如说台中高工老旧教室，他们最多了，那有些教育部还没有核定。对，那未来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在前几年，比如说前三年，如果有这个需求，是不是教育部也可以来帮忙？这个不基本上，这个合理吧？台中市可以提出了哈，将来改立委以后，他可以提出这个申请，那国教署也会经过一定的审核的一个程序，如果帮忙哦。对，如果可以协助的部门，尽量来协助。好，好，还有一点啊、是，在退辅经费不足额的部分，对，有很多失效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不可能帮忙？在私校的退伍的这个部分呢，基本上我们也跟台中市政府都有做了一个洽算呐、啊。那基本上的部分也都会合理的部分。他改立之前，那主要的部分是这样，这个部分过去行政院以前曾经有政务委员召开过会议。好，好。那也就是呢，改立之前的退休的，改立之前退休，就是明年1月1号改立之前退休的，那就是由教育部国教署来负担。编列经费，好，1月1号以后退休的部分就是由退休之后的这个台中市政府，那么来后续的一个处理啊，这笔钱非常多、哦，对，以前都是 这笔钱非常多、哦，这对地方政府很大的压力哦。所有学校改立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处理的。好，当时候也请示过包含的行政院，也请示过财政部，得到的解释都是这样的解释。好，我们希望用这个原则来办理相关改立以后，我们教育部应该负起来的相关的责任，好不好？是的，好。这一点请次长你要密切注意。好，以上，谢谢。好，谢谢，谢谢黄委员，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苏巧慧委员。主席好，我想先请退辅司司长退下半段再请教林次长。退伍司理事长，嗨，司长好、哦。司长，我想今天虽然我们是讨论退休在任的问题，司法法制委员会到今天下午是两会的联席哦，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想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其实它是我们年金改革相当重要的一环呐、啊。那我们年金改革之所以迫在眉睫哦，本席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二。一个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现行制度非常复杂，标准不一。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更重要的，
基金收支失衡，坦白讲破产在即啊，这两个原因，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即刻开始进行大力的改革。那我想我国目前各类人员的退休制度，不仅是退休金的提拨比例不同，退休年限规定不同，退休金给付方式不同，甚至连退休后再任的规定也完全不同。所以从今天上午我们是在讨论公务人员退休后再任私立学校教职员，现在在讨论的是教育人员退休后的再任，看起来就已经有两种不同的身份，更还有行政法人和公法人。所以我做了一张表格给这个司长这边来看看。好，请问我们这边有公务人员、军职人员、教育人员，那他退休后都可以有再转任的机会，有这样的五种。司长，你是专家，你可以告诉我们这中间会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吗？会有几种不同的标准吗？报员，这个军公教他的几种啦，就几种就好了。其实哈，现在因为好太小了，太小了，我直接告诉你啦。来，我们直接哦，你看哦，我们每一种身份要退休后再任的，另外他每一种都可以去嘛。但是他有可任职且不停领退休俸，或可任职但要停领退休俸，还有可任职啊部分停领退休俸，部分不停领。还有不可任职避免任用，所以一可以对四，然后三又对账哦。其实坦白讲，我也算不出来是几种啦，所以你答不出来是应该的，因为我也算不出来，实在是太复杂了。那正因为这么复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这个部分，说我们的教育人员是不是可以再任私校。那司长，你认为一个国家这样的同样都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大家人民，有这么多种这样子的方式制度，你认为这样可行吗？这样是对的方向吗？这个是有一段历史，我简单说了，因为军公教它的职业属性不一样，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我们国家的退休金制度啊，军公教本来是一体的。好，我想这个部分这个可能没有时间慢慢讲古。我说历史严格，大家在这段时间的社会纷扰都已经知道。那我请问你，我认为一定要改啦。大家这样子生活下去，这看起来就是这么不公平，这么复杂，也没有人看得懂。那这个不改不行。所以呢，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刚刚说的，除了标准不一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收支失衡。我给你看另外一张表，这张表司长这边一定就可以知道，这是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的历年度基金收入和退抚支出的金额趋势。这个实现的部分是收入，虚线的部分是支出。蓝色的是公务人员，绿色是教育人员，红色是军职人员。我想很明显的，司长你是专家，你一定知道我这张图要表现的是什么吧？就是实现和虚线，不管是哪一种种类，都已经黄金交叉了。简单讲，就是现在的状况，其实我们在104年、103年，甚至是100年，这三大类的抚恤基金都已经入不敷出了。那司长，我想请问，我们的基金可以撑到什么时候？军公教有不同的户头啊。那么现在的精算结果是，最早是军人会有危机啊吗？军职人员，下一张。军职人员，对，军职是这，再来是教育人员，对，最后才是公务人员。好，司长，你相当诚实哦。确实，根据2016年的精算结果出来，军公教预计分别是在军职是106年是预估破产呐、120年的时候会到达各这个瓶颈呐、教育人员是在119年。所以你觉得这是乐观的，还是最坏的打算呢？我觉得有没有更早就会发生这种这么糟糕的结果？我觉得我们上一次的精算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精算数据是一些假设条件下，但是上一次的精算结果呢，比我们实际的情形，实际情形反而糟于我们精算的假设。没有错，我现在也是想表示这样的立场，因为我认为不是只有少子化造成入不敷出，甚至是因为我们退休人员选择领月退俸的比例是大幅提高。再来第二个，我们退休的时候的平均俸额增加嘛。
第三个是国人的平均余命增加。平均余命增加本来应该是好事，但是这三项原因其实会造成刚刚的精算结果：109年的军职、120年的公务人员和119年的教育人员，这些抚恤基金，说实在的，破产的年限可能会更提早。司长，你在这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具体的承诺啊？还有你的态度啊？其实不是承诺啦，因为这已经势在必行的事情。你个人的态度，这个年金改革到底要不要做？今天的这个教育人员转任，这个退休其实是年金改革的一环，你到底支不支持这个版本？你认为应不应该做？完全支持。好，那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协助一下？今天就可以有解决方案吗？我们尊重委员们的决定。好，那因为我已经有成果了。好，那我想今天这个退府，这个您这边全序部的态度已经很清楚。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次长哦，林次长，请。次长，苏委员好，次长好，次长，立法院曾经在104年和105年的时候通过决议，要求教育部针对退休军公教人员转任大专校院校教师及职员的状况提出改善措施，现在改善的程度是？跟委员报告一下，104到105年的时候决议的，现在目前在10月27号，行政院已经通过了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3条的修正案。那这个修正案是依照公务人员退休法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做一个修正的。嗯，这是第一个部分哈。那第二个部分的话，针对有关这个对。那至于有关那个退休人员施行细则，那有关施行细则的部分及相关条例，目前也都正在修正当中。好，所以法规已经在修正当中，那实际的资料呢？如果就我掌握到的，本席掌握到的资料，在101年8月的时候，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在任私立大专院校教职员的总人数是1957人。那请问现在最新的数字是？目前是学校嘛哈，学校转任哈，私立学校了，公立学校转任私立学校，目前总共是867人。到105年，现在你的资料是105年8月吗？1号，对。大学还有600多位，高中有200多位嘛？对，是的。好，是。我们可以再看前一年哦，其实在去年104年8月的时候呢，它还有减少了1667人呐、啊，所以其实在今年当中，在短短一年当中，其实减少了相当的多。那不，次长。您这边有把握照这个速度可以继续下去吗？这个改善的成果可以继续加速吗？跟委员报告一下哈，以目前来看呢、啊，包含了我们针对这个退休年金的改革啦，或者是包含我们相关法规的一个修正，对于这个公教人员退休之后再转任到私立学校的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部分会有更严格的这样的规范。所以你对今天的法案态度是支持的？是的，基本上教育部的态度是支持。好，那既然我们全序部和教育部两者都支持，立法委员在今天也都支持，我想今天法案应该是可以顺利通过。好，谢谢次长，谢谢苏委员，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吴思雅委员。啊，电脑请准备啊。好，谢谢主席。我们有请教育部的林次长。林次长请。那也一并请我们全序部的这个退府司的吕司长一起。吕司长请。委员好。两位辛苦了。首先感谢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那排审了我们两位委员共同提案的，应该是分别提案共同审议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3条。那我想精神跟方向本席都支持。我今天在大方向就理念上，我想要跟两位交换一下我的想法。我们其实还有更多要拨破帮，在退府在任的制度也好，在给新的，尤其在高教端的一些新进的教职人员如何补进，我觉得这都应该是一个大方向、大配套的一个全面性的思考。那我的破题就是，教职也要新陈代谢，
教职绝对需要人才流动。我们肯认这些退休退役的老师们在教育现场服务了这么久，确实劳苦功高，但是我们希望他们功成身退，那把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就让年轻的来，给年轻人机会。来下一页，我们都看到了蔡总统前两天在士铎奖的颁奖典礼他的一番话，改革他一人来承担。事实上今天我们排审这样一个退辅制度的检讨，在任制度的检讨，我们要做的是立法院要一起承担，不分蓝绿一起来承担整个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我也非常同意我们蔡总统说的，我们相信所有的同仁他选择进入教育体系绝对不是为了丰厚的退休金，而是抱着热血抱着热忱。我也同意我们要竭尽一切的努力，不要因为改革造成动荡，不要因为改革造成部分人士的被污名化，所以制度的改良就很重要，今天的修法就很重要。如果修法能够把一些不合理不公平正义的墙门给堵起来的话，其实我们会就不会陷更多人于不义。来下一页，打开一扇窗，打开一扇门，为我们年轻的教职人员精英人员留下机会。我支持今天两位委员的提案，我们要降低退休军公教在任私校的经济诱因，不管是从停领月退或是停领优存利息，都应该将于法制化。下一页，我这里整理出来的是现在105学年度退休的军公教，我用军公教来看在任私立学校教职员的情形。第一栏有11位退休的政务人员转任私校，有226位的退休公务人员转任私校，有867位的退休教育人员转任私校，也有907位的退休军职人员转到私校去服务。总的加起来，从退休政务人员、退休公务人员、退休的教职人员，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以及退休的军职人员，加起来是2011位。我真的要说，辛苦你们了，这2011位的军公教人员。但是，真的把教育的责任交给年轻人来吧。下一页哦。那我再 focus 在这867位的部分。867位的部分非常清楚，也就是0.7%的人现在享有我们领取年金人数120,000多当中的867位，也是0.7%。如果我们这个制度不改良的话，虽然很少0.7%，但它毕竟是践踏了公平正义，所以他们应该我们加速立法加速修法堵了这扇门，也不要陷他们于不义，我们要落实公平正义跟人才流动。好，下一页，最重要的就是年金再不改革真的就要破产，而何苦是让年轻的教职人员来承担这样一个风险。我想这个部分我在跟您论述的是大方向，两位都点头如捣蒜，都支持本席的论述吗？是的，跟吴委员帮我们的支持吴委员刚刚的一个提案跟说明，谢谢。不管是军公教整个大饼，其实是要防堵，而我们今天 focus 在867位的退休教职人员，更优先在落实在我们今天第13条的修法精神上。两席在刚刚前几位委员的垂询当中，我都听到你们支持的这样的回复，那我们就勇敢的修法，勇敢的往前走，责任我们共同来承担。来下一页，但我现在要跟您论述另外一个教育的人才流动的部分，消失中的教授，这个是远见杂志今年很大的一个专题，也就是我们有个高教危机，不只是招不到学生，即将有1/310年内的退休潮的教授要退休了，1/3退休潮，但是我们新进的老师却苦聘不到，制度有问题，制度要改良，
这是我们教育部任内重要的事，很遗憾今天不是陈良基次长来，他应该更懂得这一块的危机处理。来下一页，这个表格在告诉我们，跟1994年相比，55岁以上的大学教授成长了17.8%，也就是10年内将有1/4的退休老师要退出高教的教育现场，退休潮来了，人才流动现在就让它成为活水，而不是死水。来下一页，教职断层很严重，刚刚是1/4全部的大专院校，而在顶大卓越大学里头是1/3的优秀老师要退休了，那新的人才流动进不进得来呢？教育的新陈代谢可不可能达成呢？我们看下一页，很遗憾，这个表格在告诉我们，就以2014-2015上学期做的调查，针对99位离职教授做的一个调查，10位被跨国挖角，其他退休教授大量的涌进我们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中研院或政府的一般机构，所以人才流动更困难了，因为圈内的竞争，有经验的教职是更为抢手的，年轻人就没丁没当，他没有机会 get in。 下一页，好，教育部跟科技部有联手推出99年开始弹薪方案，就是希望从制度上用弹性加薪的方案可以揽才可以留才，而重点是扩大对国际人才的揽才来进入台湾的高教体制，还有年轻的精英教授，但是成效如何？下一页，次长，您知道我们被监察院有一个调查报告，这样一个弹薪方案，高薪释出要招人才，可是还是都被现职的老师，尤其是教授分了这个优惠吧？您知道吧？跟委员报告，基本上了解。九成五以上都是。现役的老师，而新聘的人只有4.7%可以分到这个弹薪方案的优惠。下一页，在预算反应上，91亿的弹薪方案，不管教育部编的，不管是国科会也现在的科技部编的，91亿里头94.3%，也就是86亿进了现职人员的口袋，新聘人员只有5.5%，一样人才流动是假的，在弹薪方案里头看不到成效的。下一页，而弹薪方案里头一样，50.6%教授拿去，副教授28%，而年轻的助理教授只有20%不到。所以弹薪方案利益良好，可是整个大饼是让这些资深的，当然非常优秀的这些老教授们，他们分食了，那这些年轻的教授们、助理教授们就分血血吧，喂都喂不饱，人才流动更困难，年轻人就不愿意在教职里头载浮载沉。来下一页，这就是我说的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提出非常多点，都提出我们的弹薪方案应该要去改良，尤其国内的教研人员薪资普遍低于国际水准，而其他的退辅制度或补助补贴也都没有足够来吸引国际顶尖人才留在台湾的这个制度的诱因。我们再看台湾的退辅制度的改革，其实也要一并的。本席认为，今天我为什么把这个弹性方案拿出来讲，就是因为我们要一并更大思维、更大格局的去思考它。监察院给了我们意见，下一页，立法院的预算中心也给了我们的意见，都是告诉我们，薪资较高的教授居多，年轻的教授没有办法分到半杯羹。来下一页，这个是你们教育部自己委外的报告，同样针对弹薪方案谈到，国际人才占补助的比例很低，新进人才占比例更低，年轻的教授几乎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你们自己教育部的委外报告。好，最后下一页，所以我总的来讲，我们在讲退辅制度，在讲禁止在任的制度，都是无非是为了制造教育的新陈代谢、人才的流动，但是我们现在的现有的制度在高教端教职机会就这么多，当然这几年会有很多的退休潮释出一些机会，可是都让这些在任的
本来就很有教学经验的这些老教授们继续不断的挤进来，而新进人才，不管是年轻教授或者是国际人才，他完全都进不来，旧的卡进来，新的怎么进来呢？好，最后我一并讲完啊，对不起，今天我讲的比较多，因为方向上我们都肯认，但是我要提醒你们这个部分要改良。本席支持今天的修法，我们要改革军公教的退辅在任制度，落实公平正义。第二点是我今天提醒你们的重点，检讨教育部跟科技部的弹性薪资方案，进行制度性的改良，提供引进国际跟台湾本土年轻优秀人才的一个禁用的机制跟诱因，才能够确保教育的人才流动。所以整个大方向，867位在任私校比例不多，但是它是一个意义，公平正义的意义，以及你释出多少机会给年轻的人才、国际的人才，活化我们的高教端。我想我的政策思考是从这个面向给您更多的提醒。是不是次长您带回去？我想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后续回到教育委员会，我们再一起讨论。好，而且激起外公怀了哈。是，现在全部支持刚吴委的这个说法哈。那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哈，也谢谢吴委对这个议题的一个关心哈。那针对这个弹性薪资方案的部分，教育部目前也在做检，已经做检讨。未来这个弹性薪资的部分，必须50%以上用在新聘的教师。所以我想，好，50%用在新进教师，那国际老师应该是有所帮助。助理教授呢？就包含在这里面。包含在这里头。是是是，好，那非常好，我看到很好的一个正面回应。我们一起努力，好，辛苦大家。谢谢，不好意思，主席占用时间，谢谢。那下一位请张宏禄委员。我先请那个教育部的李处长还有全序部的吕司长。李处长还有吕司长请。委员好。我想先请问一下哈，我们的退休人员领退休俸、月退俸也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退休制度的设计主要是在为了这个服务人员在场域里面服务若干年之后啊，他的辛劳，然后希望他的老人生活啊，可以到经济生活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保障。那我们平均退休年龄是多？现在的平均退休年龄是多少？教育人员的部分啊，那53.79。哈，那公务呢？公务员55.8。哈，所以我还是觉得啦，50几岁退休，他应该还有谋生的能力吧？以目前的国人的健康状况啊什么的啊，是不是？有没有？所以我们公务人员这一块啊，已经调整了啦，调整了，希望最少把它延到60岁，而且已经执行几年了。现在就是因为在过渡期，所以才会稍微慢一点。我们就问题来回答啦。我说的你们这样讲的53岁多、54岁多，是不是正值壮年？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是不是？是，对嘛，就这样就好了。那所以整个制度来看哦，会有它的盲点啊。那你说他哦，早上我们已经讲过公务人员的哦，政务人员的。你下午我们针对我们私校来讲，你一个50几岁的老师退休，然后再去私立学校也好或什么地方，他去找第二份工作。我个人的认为啦，他就是他有谋生能力，或者他要去寻找他的第二春。那他如果有第二件工作的时候，我们国家还付给他钱，你觉得合不合理？两位都回答。白文，这个当然就一个国家人力的运用来讲，我们需要这个有能力的人继续替国家效力，这是一定的。所以如果现行的制度不宜，我们真的要去修法，尽量让他可以留住这些好的人才下来。其实我们全序部一贯都是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想法。来嘞。
那个在公职期间，他既然已经退休哈，有一定的领资领业退休金，然后他再到另外一个职场，他比如说失效，他还有工作能力啦，他还有维生的能力啦。所以如果说我们的退休制度的设计是为了保障退休之后的经济生活安全，那么如果他已经是有能力在做那种全职维生的工作啊，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的原来要维持他老人经济生活是不是可以暂停啊，那由他原新的职务啊给他的薪水来维持一定的生活，这样。那我请教哈，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少退休人员在任校长？35位，大专35位，高中以下71位，对嘛？好、哦，校长哎、欸，校长，对呀、啊。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可以担任校长的人，政府把你培养到经验正丰富的时候，然后你退休，然后再去私立学校当校长，然后领双份的薪水，你觉得这个在社会上大家可以认同吗？我相信出去问的话，大家都没有办法认同啦，对不对？好、哦，那我也知道，那有很多啊，也不只是老师，也不是什么，他甚至是啊。部里的或什么我们的一些行政人员或是有资格的人，哎、欸，他退休之后他去担任校长，哇，那他以后来私立学校，他以后来跟教育部来拿钱，是不是更方便？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部里面其实在做各种的补助啊，其实有一定的机制啦，内控的机制都很完整，何况一般社会关。一般民众也在，或者民意机关也在监督嘛，哈。但是，社会上还是对于说教育部的人员到学校、私校去再担任类似校长这样的职务，当然有一定的余力。不过这方面，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教育部的组织法里面呢、啊，要去修法来处理这一块啊。那这样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社会对我们教育部的人员的一个信任度更加提升。以上说明。我相信绝对是有啦，我以前的长官我退休了，那我回来再跟您啊相关的单位要钱，你们以前都是我的部署，会不卖面子吗？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说社会的观感是怎么样、啊、可能就真的会有这种问题存在了。我觉得很多的现象哦都会造成不公了。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啊哈，我们今天的版本啊哈啊，我们有一次退休不受限制啊。或者是他停止优惠存款，然后等等有65%，好，或者可以领65%，你认为这样子可以玩啊，可以合理吗？可以达到公平的原则吗？哦，刚刚您所说明的是我们上午的协商的那个结论吗？我们上午协商那个结论是要扣减65%。不，我只问你说这个公不公平而已啦，回答我就好，不用回答内容。当然，我们如果就整个制度来看，我们觉得是不太公平了。因为我们像我们公务人员，我们的23条所做的规范是，只要有发生在任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他的退休所得就全部扣减。那现在早上协调的另外一个条文是还可以发给35%这样的所得，那我们觉得是不是很合理了？早上的35%跟这个它也是两岸并存啊，不是吗？对对不对？我只是要，好、哦，我请教就是说，你认为这个还有任何的百分比，你觉得合理吗？公平吗？这个就。我们同样的好了，我直接说了哈，我是认为啦，如果真的要达到公平，你有在任职第二份哈，我个人我倾向要修改这个制度。不过我觉得应该更明确，就是说你只要去再任第二份工作，你就不应该再领原来的退休金，这样才能够达到公平的原则。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这样的。好，那我请一下次长。市长，请。张委员好。市长，
关于今天啊这个案子啊，我们教育部有没有什么看法？教育部基本上对于公教退休人员转任私立学校的部分，基本上是希望公教能够一致性的、啊，然后呢能够呢同步，那么同标准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部分，针对早上呢公务人员退休法所这个退休的这个转任的部分的发放的部分有两个，一个两个方案的部分。那教育部呢，针对这两个方案的部分，基本上也尊重这个大院委员的讨论最后的一个结果。那基本上教育部都可以来尊重来处理。我为什么这样问你呢？我如果手头上资料没有错，10月17号行政院是不是有通过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3条修正案的草案？哎，是的，对不对？是。那你们也在。也不是，行政院也在11月11号函送立法院嘛，是，对不对？是。那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啊，这个案子也还没并案呢、啊，时间来不及呀、啊。是，对啊。对，所以这个有关这个第13条修正的部分哈、啊，主要是配合100年的公务人员退休法的一个修正呢、啊。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并同院版呢、啊。委员的修正方向都是一致的啦，但是希望能够并同院本的部分来进行这个审议。那对哦，问题是现在会造成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如果通过这个今天的版本没委员提出来的版本，到时候跟你们行政院的版本又有互相冲突，那你们怎么办？跟委员到时候我们就在全部人就因为这样子再来再开一次会。对对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个主要是针对第13条原来的第一项那个条文的一个修正的部分呢、啊，基本上在今天的讨论是有共识的，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部分大概就是参考院版的部分去做修正。那刚刚提到两方案是，另外是柯真委员所提出来的，是针对那个退休以后发放到底是全停发还是停发65%的那个部分，是有两个不同的方案，所以这个是两件事情。我为什么要特别？我就是要说哈，其实以我认为啦，像这个你们也早就知道有委员有提出来了，有什么的，我们教育部行政院的速度要快，不要造成这个有落差。是啊，如果今天我们协调都没有的话，怎么办？这个案子又卡在这里了。对，会有很多情况发生的啦。是的，好、哦，我是觉得这一点我们可能以后要注意啊。是的，好，谢谢。好，谢谢张委员，谢谢。下一位，请林德福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教育部林次长啊，与会各列席官员，是不是请那个教育部的林次长？林次长，请。次长你好，我请教你哦。是。我想蔡总统说，没有一个职业要因改革而遭受污蔑哦。那当老师不是为了退休制度，而是对这个工作充满热情哦，那建构永续健全的这个年金制度，是要让社会更团结，而不是分化。那请问，是不是目前的退休制度，是不是问题很多，导致老师热情度不够？你的看法呢？跟委员报告，当然，教师从事这个教职的一个工作了。基本上是对教育有一份的使命感了 所以对多数的教师应该是都是有这个热忱才从事教育的一个工作了哈。还是政府为了这个使所有的受薪阶级都站在齐头式平等的立场，所以说推动年金制度，这个好让大家无话可说，是不是这样子？我想推动年金制度的改革的部分，当然教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块了。不过基本上这个部分应该也是站在政府的包含的财政啊，以及在整个制度上面去做一些整体的设计哈、做横平性的考量。林次长，话说回来，未来退休后要等到65岁才能领年金，以目前
职场对中高龄再就业不友善的这个状况，请问会不会发生收入的空窗期？依您看。以目前来讲，我的了解，在年金改革委员会里面，虽然有委员有提出来说45岁以后，那么才能够启智退休年资啦。不过这个部分基本上是有初步的共识，但是还没到达最后共识的一个阶段呢。那你认为这个要怎么面对，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部分基本上，我想这个部分在年金改革办案后续有会召开那个分区的座谈会跟国事会议啊，在凝聚共识之后，研拟相关的方案再来办理。林市长是，如果勉为其难的留到65岁再退休，啊，比较保险的心态充斥啊，那请问各级学校未来看到每一班，啊，这个都是每一个班级啊都是白瓦苍苍的老师，这个，是不是会以后变成常态？因为是，因为他你要，因为一般正常老师有的50几岁就退啦，那退你要是他因为需要勉强留到65岁，是会不会造成这种状况？所以跟委员报告，在年金改革会议的时候啊，教育部我们也提出这个看法意见。基本上呢，虽然是这个公教一致的这种方式处理，但是呢，在教育现场有它的殊异性哈。那同时呢，也考量到教师的新陈代谢啦，我们希望是针对中小学的老师的退休的年龄的启智年龄的部分呢，希望能够有特殊的一个考量。对呀，那个林市长，因为目前老师平均退休年龄超过54岁，那54岁到65岁，其实还有11年左右哦。那其实你要是说这个要65岁才能够开始领这个年终俸，那你等于是有10年、11年的空窗期。那如果继续担任教师，受少子化的影响，老师一定是供过于求。哦，那请问你认为教师退休后，他们要再怎么去就业？这是当下哦，是需要考量的问题哦。是，我想这个部分呢，如果是将来的那个退休的这个启智的年龄啊有所更改的部分，我想这个部分也会提到年金改革委员会去做充分的讨论呐，也有应该要有相关的配套的措施来做处理。因为哦，你说让老师退休以后，哦，这个再去就业，第一个，我想因为整个社会的环境，你要是中高年龄就业很难嘛，对不对？成功率，哦，这个我相信绝对是不高的，哦。那如果真的要到65岁才能请你年金，老师又没有地方可以再就业，哦，那教师又供过于求的问题，那这种状况是马上要是说一刀切下去，马上就面临到的问题，那政府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总不能让他那段期间变成空窗期，他一定要有收入啊，他要过生活啊，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你说65岁才退休，每一个班级老师都讲实在话，尤其你刚刚所提到的中小学啊，尤其家长真的不喜欢说老师的年纪哈，你像小学一二年级。年纪太大，家长一般都不是很喜欢，哦，这不是排斥，哦，这一般的，哦，所以说像这种状况，要是说65岁才能够领年金，这个马上就面临到的。是，谢谢林委员的一个提醒了。事实上，这样子的问题哈，教育部也有注意到这样子的问题了。那我们会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提到这个年金改革委员会里面，大家在做充分的一个讨论，凝聚共识，那么依照这个提出来的方案再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理。林市长，因为总统说当老师不是为了退休制度，而是对这份工作充满热情，这句话不是不对，但是如果没有能够让人能够接受的诱因，请问你认为一般人对于工作的热情到底能够支持多久，撑多久？你有什么看法？是的，我想老师对于教师教育的工作，当然必须要有热忱了，他才能够持续了，才能够永续的那么来投入这个教育的这个行业。当然有足够的包含的可以维持的老师的生活的薪资，以及他将来退休之后的这样的生活的照顾，也应该在国家的制度上面必须去设计跟考量了。
我想这个部分是很现实啊。是年金制度是不是一定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还是只要把问题转化，留给社会去消化？英林看呢？我想这个年金改革制度应该必须通盘去做考量，跟通盘去做整体上的一个思考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利用这个这个联改会的这样的平台里面，大家集思广益，那么来共同来做一个讨论。我是认为站在教育部的立场，你们一定哈、哦、要把这事情说清楚、讲明白。是哦，因为毕竟这个老师哈、哦，这个他的状况跟其他一般公务人员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哦。那少子化冲击高教，那教育部宣布从明年度先编列25亿元，用来作为退场后安置教师和学生。那现在有校长提出以国培，这个让学校合理的退场，以不至于成为钉子户。那请问你觉得这个可行，有可行性吗？跟我们报告一下，我想这个部分针对我们南部某一个科技大学的校长，他提出这样看法意见哈。那教育部基本上明年呢开始编列这样子的一个高教的退场转型的这样的基金哈。那也会针对这个基金的成立，也会特别去订定相关的这个条例的这个法规的这个部分呢。那如何将来这个如何在这个基金如何来做一个运用？啊，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处理的部分，也会在广泛的征询大家的意见，那寻求共识，那么订定合理的法规。那个林市长，那到底这些退场学校的师生要怎么去安置？有关退场学校的这个师资的部分呢，根据过去的一个经验呢、啊，因为目前我们也有一些少部分的这个大学校院也已经退场嘛哈，所以当然包含了有的老师的部分，他就转任到其他学校啊，那有的老师的部分，大概如果他达到之前的年龄，他就是之前的。那你认为那些老师还有转业的可能性吗？我们了解里面大概也有部分的老师，他转到其他的私立学校去，只有转到学校吗？或者是他也有另外找到国际的一些学校里面去做一些处理，甚至教育部也在辅导他们可以转到企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协助跟帮忙。林市长，是因为全国代理教师有10000多人。是，那每年却有2个月的薪水被 A 走哦。那全国教师总工会要求政府要还给这些代理教师这个一年聘期以及完整的薪水哦。那请问教育部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代理教师呢？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针对代理教师，因为代理教师的部分呢、啊。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样态了，但有的部分他可能代理也是比较短期的几个月，啊，那刚刚提到的是可能针对他可能有机会去代理到一年的，或者是接近一年的这样子一个代理教师，他的代理教师的薪水的部分是根据他代理教师的聘约而订定，那这个聘约的订定的部分基本上是各县市政府的这个权责了。这个权责，所以我们的了解包含像台北市的部分，大概给了大概11个月吧，多数的县市的部分大概是10个月的这样的薪资。那您认为这个对啊？所以说10个月他就是被 A 走2个月，你认为这个问题有没有一致性解决的办法？有没有办法？这个、基本上是依照这个代理教师的聘约啊，他聘约的起讫的这个时间的部分而给予这样子的一个薪资的。那至于就是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让它调成一致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可以再跟县市政府的部分再进一步的讨论，看是不是有一些共识或者一些建议的方式，林市长政府来做处理。因为如果经常发生对教师和学生教学品质和受教权，是不是也会相对的这个打一些折扣？您看呢？是的，是不是这样子？是，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个事情。还是要，这个，就是一次性看怎么去做最根本的一个解决方式去处理，是，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林委员，谢谢。好，下一位请吴志扬委员。主席有请林次长。林次长，请。次长好，我想我今天先不针对条文呢、做讨论。好，我想我接下来讲的还是跟整个教育制度，其实跟这个还是有关系。好，首先我要请问你，
最近网络上疯传的一份啊，你的母校溺水了吗？2016大学退场名单预估排名。好，这个事情你知道吗？知道，而且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么这一则的新闻的部分的话，基本上是它的相关的一个数据的参与，虽然是引入教育部的相关的一个数据啦，不过呢，它只是采取部分的一个数据哈，所以事实上跟现况的部分，确实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好，这个里面它估计了有4年以后有15所大学是退场的啊，然后它也是说。他参考了一些数据，他做了5个面向，什么缺额比例、缺额人数、注册数啊，缺额人数除以学校总人数，还有总人数小规模学校的啊，反正就意思说，在这里面得分越高的学校就是越危险的啊。当然我知道这个不一定是非常专业了啊，但是是不是也是一种警讯？它是可以提供各个学校去做一些的参考啦，但是基本上学校是不是因而退场的部分，基本上它所评估的这些指标并不是唯一。但是我问一下次长，这个应该是两个是应该是可以确认的啊、哦，就是第一个少子化的趋势是确认的。对，少子化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少子化跟学校一定会退场，这个是确认的，对不对？这个应该是会有高相关的、啊。高香不是，我是说，一定会退场吧？不可能照现在机制完全不退场，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有退场机制。会有学校会退场，不一定是依照这个网友公布的这个。那我请问你一下，我们自己教育部知道会少子化，学校会退场，那我们的退场的，我们有没有像他一样有什么评判标准呢、啊？教育部因为督导这个所有的大专校院嘛，哈、嗯，所以当然对大专校院的办学的品质，或者是学校的相关条件的部分，都有一定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掌握了。所以教育部也因应这种学校可能少子化之后，可能会面临到退场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也在积极研定啊高等教育的退场转型的基金。嗯，那也从明年度开始编列啊，预定是编50亿啦。那我知道编25亿的。市长，来我们看下一页哈，你编了一个50亿的基金嘛，啊，主要是用在退场的时候，对，一部分在协助处理师生的安置问题，另外一部分是学校的转型的问题啊，活化宿舍啊、合并等等，这个是基金的用途，啊，我觉得还不错啊。但是我现在知道你要怎么评判一个学校该退场了，这个东西你还是要有一个评判机制。是啊，评判该退场以后才会用到你刚刚讲的50亿的基金。你现在在50亿基金，你已经开始有作业了。那请问你的一套，你可以说他那个5个不成熟，那你的指标成熟的指标是什么呢？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基本上他学校是不是会因为少子化而退场，他的相关的指标必须做综合性的评判呢、啊。当然学校的招生的情况啊的部分，它是一个比较显现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标了。好，同时呢，包含了像学校的财务的状况啊的这个部分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我建议教育部哈、啊，应该立刻哈、啊，因为你连钱都编了，而且好像明年开始就有了。是，那你要怎么给钱？你给钱总要有个依据啊。是，不能说有的人很会叫说我不行了，你要救我啊，然后你就钱就下去了啊，不行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有个依据啊。有一个校长跟我建议一个哈、啊，就是说你看一下这个叫，有点像我们的景气灯号，就景气蓝黄灯啊，你大概可以按照你刚刚讲的那些方法啊。设定一些指标啊，比如说啊，他的学术的能力啊，他的招生的数目等等啊，你设一个指标，然后给他们分数，你的总分按照总分，你去给他一个红灯蓝灯啊，这样子的哦、啊。我这灯号举例啦啊，当你开始出现黄灯的时候，就是你开始要介入的时候，对不对？你开始要介入说。是不是要体检他，然后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让他不至于继续往恶化的方向发展，啊，这是有点像预警制，啊，
那个次长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想法你个人觉得怎么样？谢谢委员提出这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啊，这个我想我们会带回去，包含的高教师技师师哈，那么再来做一个。对，因为你这个50亿的已经宣布了，对，大家都在看你这50亿怎么发怎么用啊。第一个关键就是谁符合这个可以用的标准，好，你必须建立一套系统。你不能嫌人家那个网络那个差啊，那你自己的在哪里呢？我相信你们有很好的评鉴嘛，过去你们评鉴大学应该有很好的一些字，你挑出来一些做哈。那这个灯号制度呢，其实哈，我后来发现用途还蛮多的啊，除了退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私校法讨论，记不记得私校法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要不要派公益董事，公益董事这一件事情啊。那我们那时候我觉得不管哪一个委员的版本或者时代这个各个党团的版本比较是都是讲说，因为私立学校接受了政府的补助，所以我们要派公益董事啊。但是我有私底下听到一些校长讲，他们觉得很怪，就是说通常是政府会去补助他，你拿争取得到政府补助的学校通常是办得比较好的学校，反而是那些很差比较差的那些学术指标或各项指标达不到的，你争取不到补助，所以应该是争取不到补助的那些人你才要去拜公益董事，刚好跟我们现在原来当初想的是监督他怎么用这个政府的补助啊，去派公益董事的想法好像不太一样啊。那这位教育界人士他跟我讲的也是一样，你可以用这黄蓝灯的嘛啊，你也是可以设这些指标啊。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介入的手段就是要派公益董事进去嘛啊，这个可能好像比较符合实际的作用啊。那要不然的话会变成说经营得很好的私校明明董事会相安无事都做得很好、哦、结果因为他获得了政府的补助，你派了一个公益董事进去，整个搅乱了他原来好好的运作、哦、所以这套指标我建议、哦、还是要来办、哦、好，那至于是不是彩灯号那个我没有强烈的意见、哦、接下来就是你这个50亿里面有一部分就是用在学校转型啊、哦、这个部分啊，下一章啊、哦，学校转型这部分你要如何来活化这个校舍啊、哦？就是说你要把它做公益使用呢，还是要做什么样的建设？有没有一个方向？跟委员报告一下，当然依照目前的私立学校法的相关规定哈。如果学校呢那个停办清算解散之后的这个校舍的部分、嗯、大概基本上有几个方面的用途了、嗯、第一个的部分的话捐给当地的县市政府啊，那么作为这个教育的相关用途的使用，第二个呢它也可以转为包含的像这个社会安养机构了，或者做其他教育用途的一个使用啊，那这个部分大概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处理。当然目前的现行的法规是这样子的，那未来在私立学校在修正的时候是不是有其他的活化的用途的部分，这个后续都可以再做一些讨论，需要充分利用、哦、是的，不要等于是当冤大头在帮人家修学校、哦、这个注意一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协助停办学校、哦、师生安置的问题、哦嗯、我想到就是老师反而好安排，因为老师可能一些资遣费或者退休结算年资结算，反而是学生怎么办？比如说我念到二年级念到三年级我还没有毕业，学校关门了，是我怎么办？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过去教育部也有处理的相关的案例经验、啊嗯、包含近期有两个学校、啊、南部两个学校，一个高凤嘛，一个永达，目前也都停办嘛、嗯、那他当时候停办的时候的在校的学生的部分就会辅导到安置到邻近的其他学校，那么去做学生的学校都愿意吗？对，是的，基本上都愿意，所以应该都没有问题。是，我想应该建立一个机制，不再以意愿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半强制的这样一个状态，你才能顺利的转型。学生的意愿呢、啊，拿去做一些媒合的安置、哦哦。这个是我看到你50亿基金几个可能使用上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哦、最后一个问题啊、哦，这个讲很久就是体罚的问题，是、哦、体罚的问题，因为最近有一个人本基金会的调查哈、
他说27.8%的国小生跟35.4%的国中生都有在学校被体罚过啊、哦。那而且呢，他说全国大概90%的学校都发生过体罚，那其中因为课业学业的不，比如说成绩不好、没交作业等类型的啊。被处罚的理由有40%以上都因为这样被处罚啊，这跟你们自己调查的，你们只有、国小只有3.1%，国中只有3.7%，你刚才听起来大概差10倍吧？嗯嗯，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嗯，教育部的一个调查的部分呢，基本上也是透过那个学生的一个问卷啊去做一些的这个调查了。所以基本上也有一定的这种客观的一个。所以教育部你的调查，那人家可能也是根据问卷，为什么对你的问卷可能有所保留呢？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再。对你差太多会失准哦，会失准哦啊！而且这里面不准下课、这件事情还蛮普遍的啊，大概有40%的国小生都被罚过不能下课。不能下课的时间，有的长达一天，有的长达一周，甚至到一个学期都不能下课的，就是因为老师的情绪的问题啊、哦。那不能下课，当然我们想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可不可以上厕所？上厕所是啊、哦。据说不能上厕所的大概有1.6%，1.6%好像不多，但是我刚才跟你讲，全国有40%的国小生都被罚这样子，40%×1.6%。全国大概有1.9万的学生下课被罚过不准上厕所，那这个东西等于是造成学生的身体跟心理的残害啊！我希望市长回去好好把这个数字，不要有犯罪黑数，不是犯罪黑数，不要有体罚或是霸凌的黑数，然后针对这种不当的一个管教。影响到小孩子身心发展的这个行为，一定要纠正下来。好，这个是真正调查出来，请市长要重视。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柯志恩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林次长。林次长，请。柯委员好。嗨，次长好，我先询问一下啊。对。刚刚吴委员提到的退场机制啊，我比较关心合并的问题。目前我们根据最新的消息，我们清大的学生啊，为了反对清大跟新竹教大的合并，他现在已经绝食44小时了。已经44小时了，而且他完全拒绝校长对他任何的一个官说或什么的。教育部站在这个角度，你怎么看？学院已经绝食44小时了，所以次长是这件事情怎么办？跟委员报告一下，据我的了解了，包含的那个清大的贺成宏校长是啊的部分也到现场去关心这个学生了哈，也了解这个学生的诉求以及看怎么样子来协助跟帮忙。那当然学校的这个合并案呢，基本上必须依照一定的一个程序来去做一些的后续的这样一个处理。教育部学校一定会按照程序啊，问题学生已经44小时了，你怎么办呢？他可能会无限制的这个绝食下去啊。我觉得教育部是全国最高的这个行政官员啊，应该有所表示吧。是的，我们教育部这边也会持续关心本案呢、也会会同学校的部分来协助处理相关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说持续关心或者是协助啊，我想教育部应该有更积极的做法啊。其实教育部其实这个积极的做法也是我们等一下要质询的一个点啊。我今天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正条文，其实次长你知道我是来自于私校，所以我对这个部分我其实压力很大，而且感触良多。刚很多人就会提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修正条文呢，其实让非常多的这个资深的教授或是有名望的教授、他们其实也有程度上面的一个不满嘛，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德高望重，然后呢一般社会又认为说他们阻碍了很多年轻世代的一个空间、所以对我个人来说这的确，因为我们台湾的教授说实在的跟香港跟新加坡比起来，我们的薪资是他们的1/3而已啊，是相当低的。那现在是又有所限制，但是我认为根据这个不要让这个社会有所谓的世代剥夺的感觉，我想这种改革还是有其必要性的。那我想是不是首先就请次长，目前为止很多人这个把炮火放在我们教育部这个退休的教育部的官员的身上，他们的确是转任到私立大学，这样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普遍。
市长，你怎么来看待这个状况？根据我们的统计资料了，到105年8月1日哈，办了政务人员去转任到学校去的是11位了，公务人员转任的部分大概可以226位了啊。那整个领双薪的人到底有多少？领双薪的教职人员到底有多少？教职员的部分的话。若后全部哈布朗再加一起，如果不包含军职的话，大概1100位左右了。对啊，1100多，而且好像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逐年下降，有逐年下降吗？好，这个资料我可能要再调查一下啊。那每一个部会都有所谓的旋转门条款，目前为止教育部是没有的。你们有这方面的一个规划吗？我们目前已经在修订教育部的组织化，那么针对呢教育部的高阶的官员哈如果。包含了主管，包含高教啦、技职啦等等这些的部分的话，那会设定啊这个旋转门的一个条款。什么时候会提出？目前我们已经，今天会提到我们的部会，今天下午的部会议通过了以后，就会转送到行政院，行政以后就会转到立委院来。所以的话，马上就会立即做出这样一个会期会做到这个部分嘛。是的。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提到从清大学生的绝食事件啊？其实教育部的一个反应啊，其实教育部其实在让我们觉得他的态度基本上是比较消极的。所以为什么社会上会充斥有很多教育部官员转任私校里面有大门神跟小门神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过去我们其实已经提出非常多有关于领双薪的这个问题，可是呢，可能。很多社会上都会特别到，因为教育部有太多人在退休之后呢，可能会转任私校，太多人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以至于处理我们这样的一个修法的部分里面的态度就变得比较消极。部长，次长，你身处在教育部，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跟委员报告一下，当然这个部分是大家社会界也都非常关心、注意到这样的问题的。那我们教育部也接到这样的讯息，所以我们也积极的修改我们的。这个教育部的组织法也从到底是应该修改哪样子的法规也都有做充分的一些的讨论，那最后我们就觉得应该是修改教育部的组织法的部分，就比照那个公评会嘛哈啊那个NCC。所以我就特别提醒了次长啊，为什么大家目前改革声音这么大，然后教育部为什么常常会被炮火所对着部分，就是其实是常年以来对于这件事情的积极度其实是不太，所以让人家觉得就是说，是否你们个人本身是不是为了要为对退休驮一个魔路？那我认为教育部如果要杜绝这样对人家对于教育部退休官员的一种看法的话，势必在这样的态度上面应该更积极一点。那刚刚有委员特别问到你说你退休你有没有打算你现在已经可以到退休的，你有没有打算到私校去这个部分？目前你的回应还是还没有想到吗？对，跟我目前为止完全都没有规划。好，那如果说有人请教你的话，有人请你过去的话，你对于我们现在过去之后呢，我们这个说法之后呢，有两种嘛，一种就是说可能你的月退费都月退俸完全就是不能领嘛。那照我的版本里面呢，因为我们35%是自提嘛，还是可以嘛，所以你基本上比较支持哪一个版本？跟我们报告一下哈，基本上。未来的修改制度哈，到底是从哈这个两个方案哪一个方案去处理？教育部包含我个人在内，都完全尊重哈大院啊最后的一个决定啊，完成这个法定的一个决定。其实我们今天找至于、yeah. 至于这两个方案的部分，我也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它都有它的各有它的利润的基础啦。啊，那基本上如果都可以的，只要院里面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案的部分，教育部也都会全力来配合办理。对啊，今天早上我们讨论完全是卡在上个礼拜嘛，行政院已经先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版本，它是完全就是免除，就是不能领月退俸嘛。可是我觉得因为这只是行政院通过的版本，他说呢我们立院说其实还有一个讨论的空间，那我也同意，其实它某种程度里面公军教都要有一致的一个标准，那我想这个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不管以后遇到的一个状况到底是如何。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说提出来，因为你看我们上个礼拜退出来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教育部里面你看我们有这个中等学校里面大概领的我们国家大概有200亿，那个大专院校也是领200亿，就将近我们政府有挹注我们整个的私立从大学到这个中小学都有400亿的状况，所以呢这当然是应该要在这个条文上面就是对这些老师再一次的去任职的时候当然是有所的一个约制，这是绝对是需要的嘛，对吧？这点次长完全也同意吧，我们完全同意，教育部也支持这样的政策。对啊，其实这个部分从蒋伟宁
部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出来这个部分了，没错吧？是的。只是呢，他后来没有继续，所以让这个改革的这个步骤就稍微做一些停顿了。我还是要再一次的提。教育部持续都是朝这个方向。没有啦，部长没有持续啦，你持续就不会到现在我们还站在这个地方还在谈这个部分呢，也不会陷于教育部很多的退休官员于不义啦。这就是因为态度问题啦，次长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再一次的部分啦，否则也不会到这边还在讨论这个部分。像是105年呢、欸，2016年了，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谈了，所以我想势必要利用这个段时间，特别运用这個，也不用等到年金改革有个共识。我觉得我们先开始跨出这一步来的话，往后大家就可以顺势而走，什么都要等到明年什么年金改革一并来讨论，我觉得那都太慢了。我们要从我们这边开始，好不好？我想这边只是要表达我自己的立场，为什么我认为要有自提的这35应该还是回归给这个部分，否则有很多的大学的老师可能会提起事件了，这个部分可能会问题也更加的复杂度。这是我为什么一直认为说这样的改革其实比较具有人性化。那剩下的时间我还是要问一下，就是帮一些老师问一下有关于观课的问题，是有没有？台中就是搞得沸沸扬扬，他们开始批评台中政府还是选两面人。虽然你现在是一个比较鼓励的态度，对于观课这样的一个态度，可是好像107课纲一上任之后，你马上就有一个比较强制的做法，这是不是一个事实？是的。目前包含的各县市政府在推动观课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朝，因为法目前并没有明文上的规定了，事实上早期就已经有所谓的那个教学观摩啊，当然这几年来大概多数了，大概都是由下而上，由老师他们自主的愿意提供开放他们的课程，所以以后一定是要强制要求就对了。那107课纲在这个课纲的这个总纲里面大概就已经做一个发布，那么107课纲实施同时，包含了校长在内，每一年呢至少都要必须要做公开授课一次。所以目前为止就有一些教师团体其实会提出一些的反弹，那我个人认为说这当然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种看法，但是呢我还是真的认为你知道在国外大学老师、中等学校老师还有小学老师，他们薪资比例其实没有差距太大，然后我们大学是大学自主，其实你要来观课你要尊重我的这个意愿才可以。所以你看我们台湾其实对于大学的教授跟所谓中小学老师的对待上面其实还是有一段的差距的，不管在薪资还有在社会上被尊重的程度，大学没有人敢要求他去观课，可在中小学就可以一个行道命令就可以强制。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说这个东西就其实就某种程度的阶级跟某种部分，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的空间的。跟委员报告一下，基本上所谓公开这个授课的部分刚刚提到的重视是未来我们定的一个要点哈，那基本上这个部分也是在学校规划安排之下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授课，而不是说除非部分是老师个人意愿，比如说像中山女高的张辉成张老师，他就把那课表公布在网络上面，就随时欢迎大家来观课。我想每个老师都很愿意，但是我想这是Kimoji的问题啊。未来的部分就是说每一年他至少要公开观课一次，那老师可以把这个时间公告出来，学校把公告出来，欢迎大家来观课。市长，但是其他的时间的部分如果没有老师允许，市长这个政策我个人没有太大的想法，我只是说这是老师Kimoji的问题，我愿意自己公开来，那是一种感觉，我被强制要求公开，那对他来说他会感受到自己不尊重。我只是觉得在执行这样的法令的时候，是你势必要考量到很多老师的一种观点，我只是要再一次的提醒 的好不好？好，了解，谢谢柯文，谢谢。下一位请周晨秀霞委员。周晨秀霞委员质询完毕后我们休息10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有请林次长。林次长请。周晨委员好。次长好。是。次长，明年的教育部编列补助学贷利息的经费有70亿哈，比今年增加了50%之多，增加了23.7亿，为什么增加这么多？有关这个学贷的这个相关经费的部分，大概是主要是几个啦。第一个的部分的话，因为它是会逐年这样累积下来，逐年累积下来，所以呢人数会越来越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部分的话，教育部对那个学贷的那个标准的部分，我们有把那个资格的部分有做一个放宽，还有延长的放宽，还有延长那个年限，还都延长了一年了。可以延长从现在对。最多20年嘛，现行是多少年？
现行哈，你读四年可以延到八年。四年可以延长到八年，所以那个年限的部分有做了一些的调整，所以就会这个经费的部分就相对就会比较增加。那如果是以补助2%来估计的话，那学生的学贷总金额就高达3000以上喽，是这样吗？这个学贷总金额3000亿。总金额啊，有这么是这么多吗？对。哦，那人数是不是超过百万了？目前学生的这个总学贷总金额是多少啊？目前学生贷款的总金额的部分是103年的话，是目前是200，贷款人数是300000人呐、啊，贷款的金额是229亿，将近230亿。哦，将近230，103年，哦。我想学贷问题、这个是大专校院的部分呐、啊，大专校院的部分。大专的部分。对对对，是的。哦、如果再加上高中职的部分，可能人数还会再增加。我想学贷的问题是全球年轻人都在面对的难题，是、哦、所以教育部除了补助学贷利息以外，我想应该要有更积极的做法，让这些年轻人啊以后啊都能够赚到钱、哦、也还得起啦、哦、近些年来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哦、所以各国不但立法延后到67、68岁，我们台湾的劳保退休年龄大概是在60到65嘛，哈。那公务人员平均是在55岁，对。教育人员还少了1岁，哦，教育大概50、54吧，哈。对。那在这个青壮时期50几岁来退休，哈，再到师部门来任职领双薪了，其实完全不符合我们退休制度的这个本意，哦。这是不是也合法的这个开？这个方便之门哈，我们也觉得非常怀疑啊哈，所以我们在想，教师退休年龄是不是需要提高到60或65？嗯，这个部分你觉得呢？跟委员报告一下，当然针对有关年金改革的这个调整的部分，检讨跟调整的部分，教育部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会并同啊，包含的公教劳等等的这个部分哈、啊，在年金改革会议里面哈、啊，那么的一个平台里面来进行通盘的检讨，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改革。和我们早上的案子一并、啊、对，是的，所以包含的今天下午我们讨论是学校教职员的退休条例的部分，基本上我们也赞同跟早上的公务人员的退休条文的相关修正的部分，应该是采用一致性的处理讨论，是不是？好，对，是的。因为我认为小学是55岁，那高中以下60岁，大专院校就65岁，这样的退休年龄我们还是觉得会比较适合啦。哦，潘部长在8月的时候也表示说，明年呐、啊、哈，教育部会编列每年要编列50亿元的预算，要来因应大学的退场之用哈。这些钱要怎么用？可不可以具体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50亿的部分是未来在这个基金里面，我们希望透过公务预算的编列，能够至少50亿的经费啦、嗯。那明年是第一年啊、所以呢已经编列预算，也希望大院来支持，所以明年是编列了25亿元的这个经费。那也配合这个基金的成立呢，教育部目前也在订高教退场转型的这个条例。啊、那目前呢也正在研定相关的这个条文的一个草案，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会期呢能够送到大会，那么来进行这个审议。那在这个退场转型条例里面，就会针对这个基金是用在主要它是用在协助学校做转型跟退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样子的自用啊、那怎么样子的情形、资格条件或者自用什么样项目，也都会在这个条例里面去做适当的规范。好，谢谢。因为我认为哦，我们政府的资源是非常的有限哦，不希望把鸡蛋放在同样一个篮子里面哦。我想这一笔钱哦，希望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哈、哦。现在在我们少子化的冲击下，学校退场是不可免的啦哈、哦。是的，哦，是不可避免的事、啊。除了体质不佳面临退场危机的学校以外哈、哦，多数的这个私校也是面临到很大的冲击哦。但是50亿基金哦。我们看起来很像是失业救助，哦，该倒的学校还是会倒了、嗯。我们在想，是不是把这一笔经费了哈，把它放在
帮助这些比较有生机的学校部分来处理？你看，是的，跟委员报告一样，那个对于啊这个学校比较有竞争力的学校的，包含了我们的那个顶大，或者是包含了那个卓越学校等等这个部分的相关的计划的部分，还是会有这个相关计划的这个依据了。至于啊这个刚刚委员特别提到了，该退场了就要让他退场了，所以教育部也是秉持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我们不希望造成这个资源的浪费，或者转型基金协助他能够真正的退场。我希望不要造成资源的浪费，或者造成是另一种的图利。对，所以我们也担心，就是有些学校的部分，它就要倒不倒的部分，但是我投入资源之后，但是也救不了，那个就会变成资源上的投入了。所以未来这个转型退场基金的部分，它就协助那个需要退场的学校，让它能够退场。好，那私立大学享有政府资源以及优惠措施哈，所以办学应该是学校唯一的目的嘛哈。对。那教育部应该做的是协助鼓励学校来改善嘛。若真的是非得退场的话，那也应该是由我们教育部来介入处理哈，让校产回归公共，不能让这些私校转型成为社福机构了哈。对。或者是成为董事敛财的窍门哈。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呢？有关学校退场之后的一个校地校产的处置的部分，这个教育部会依照私立学校法的规定来监督学校在清算解散之后财产的处理。好，那全国教师总工会有说哈，全国代理教师有14000多人哈，国教署补助哈，有13.5个月的月薪哈。但是地方政府却只发给10个月的月薪，暑假也没有薪水哈。那每年有2个月的薪水是不见的，被 A 走的，估计一年有被 A 走了15亿之多哈，是这样吗？这是真的吗？有没有查过？报告一下，这个应该不是叫 A， 不是叫 A 走啦，而是那个代理教师的这个他的薪水的方法是根据他的代理教师的聘约的期限。那代理教师的部分，它形态很多种，它可能只是代理，包含了可能3个月、6个月，那可能是比较会有那个大家比较会有争议的部分。我代理一年，但是不给一年，只有给10个月和11个月的薪水了。所以基本上，代理教师的他代理的聘约的期限的部分，它有不同月数的这种规定。那至于他发放薪水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根据聘约里面的起契的日期而。给这个薪资的。那目前对于代理教师的部分，尤其在中小学的代理教师，因为都是属于地方政府的权责啦，地方政府的权责，所以多数的县市政府大概针对这个聘约的期限的部分，它大概就定为大概10个月或者11个月的这个薪资。那聘约因为是10个月和11个月，他发给他的薪水的部分当然就10个月或者11个月的这种薪资。那这个部分是属于地方政府的一个权责，所以基本上并不是说聘约给12个月，我只给10个月、11个月的薪水，并不是这样，而是聘约是10个月发给10个月，聘约是11个月就发给11个月的薪水。所以教育部有明定代理教师的聘期跟待遇的权利，目前是没有，是由各县市政府去定。各县市吗？因为有关那个聘约的部分啊，代理教师的聘用的部分是属于各地方政府的权责。那另外部长也说哈，未来10年学生的来源减少哈，高教必须面对新的挑战，所以学校要突破困境，成为一流的大学的做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创新啊。而未来10年的各校要重新思考定位，应该去面对转型和退场的这个问题哈。针对网络流传的15所可能退场的大学，教育部有什么看法？要不要澄清一下？对，跟委员报告，这些是转型还是退场？这个部分，它那个网络上面所流传的那个溺水的名单的部分哈，基本上教育部也在第一时间也对外做一个说明哈。因为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取样的部分是有一些偏差，而且不完全非常的这个全面哈，所以跟学校目前的实际的现况的部分是有差距的。是这样吗？对，是的，我们第一时间大概有做对外做说明了。好，我们希望把它弄清楚哈。好，谢谢市长，谢谢。好，谢谢赵省委，谢谢。好，那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哈。
好，现在我们继续开会。那下一位，我们就请蒋乃馨委员发言。啊，主席有请次长。林次长，请。市长好，是。我想这两天高教工会的问题哈，是，就是有关代理代课老师的问题。是。当然，市长，你过去是在地方政府待过，所以你对地方政府很清楚。是。那你刚刚讲到过，因为代课老师他的聘任的时间有不同，啊，那有些是三个月，有些是六个月，那可是呢，当然也有是一年的，可是一年的代课老师。如果他的聘用的任期是写十个月或者十一个月，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基本上当然，就教育部的立场，当然如果他是可以合给一年的这样子的聘约的部分，当然，基本上教育部的立场是，当然是希望鼓励各县市政府能够给一年的这个聘约啦，因为这个部分会涉及到他们这个代理教师他年资的一个计算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啦。所以我想高教工会这两天的意见抗议，对，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对，对不对？只不过呢，你明明可以聘一年，你为什么只聘十个月？对，然后暑假的时候还请假再回来，是。那老师敢不敢不回来？不敢不回来啊，是，因为他还想再继续聘下去啊，所以学校要他来就来了。是，那就是不是做白工吗？哎，只不过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部分呢，那个聘约呢，啊，因为的聘用的部分的话，代理教师那个是属于地方政府的权责。没有错，我知道。那地方政府他在考量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都会主要是从那个财政方面的一个考量啊。对。啊，还有考量，就以我了解的部分，像新北市当个例子啦，如果说要把那个薪水从十月份提高到十一二月的话，他大概一年要增加大概四亿元的经费了。好。哎，所以财政的变成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那可是教育部你是全国教育主管机关，是的，对不对？所以有关教师的问题还是最后还是要归到教育部去负责。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针对老师的权益的问题，对，你觉得日后该不该把它变成一年？基本上哈，因为有关教代理教师的聘用的这个权责还是在地方政府了，没错，所以基本上教育部这边是可以出面哈，那么来跟地方政府再做一些沟通协调。那他没办法聘成一年的主要原因，除了这个经费以外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的部分？然后也希望鼓励各县市政府也能够朝，如果说是一年聘约的部分，能够一年的这种聘约的部分来发放这个薪水了。那现在全国的代课老师有多少？现在目前来讲，代课老师有多少？代理代课老师的大概大概三四千位。一万三四千多个。对，是的。过去这样子事情，也许还问题还比较少。对。从今年八月份开始。是。问题就会产生了，对不对？对，因为你教育部要开始补助了，补助是一个有三千多个老师代理代课的老师，对，是的，包含了106年。虽然立法院预算还没有通过，对，可是你们已经先开始做了，是，对不对？对，好，一万三千多个老师，有三千多个老师是年领13.5个月，有一万多个老师是8个月。十个月，是，没有年终奖金，一年要少2个月，怎么办？是不是一个问题？对，虽然是地方政府的权限，是，可是因为你教育部开始要补助给老师的经费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教育部补助的拿13.5个月，各地方政府聘的只有10个月，可是要做12个月的事情？到了时候你教育部要不要管？你还是要管。是，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当然我们配合那个国中小的合理的员额啦，对，那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呢，在今年8月1日开始，那么有这样子员额的一个编制。对啊，你是用外加的嘛？那我们得外加的。对，可是你薪水是你教育部给的、啊。代理教师薪水的部分，我们是一年核算65万的经费、啊，来合给啦，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来所以在地方政府
聘用的代课代课老师，对，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是13.5个月，为什么有的是只有10个月？那我跟委员报告，那这个部分呢，在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邀请各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做讨论呢。嗯，那各县市政府基本上他希望部里面还是尊重各县市政府目前的相关的规范的。那地方政府是要教育部尊重地方政府的问题，是的，因为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对，老师一定是找教育部抗议嘛？对，为什么教育部给的是13.5个月？地方政府只给10个月。我们的了解了，可能各县市政府他还是会按照目前他的代理教师的，比如说有像台北市就他可能给11个月，他就会发11个月了。其他县市的部分可能还是发10个月，所以他在基本上在县市里面，他还是会采取一致性的发放的标准。那对教育部来讲，如果他经费的部分支用有余裕的部分的话，他必须缴回来了。那换句话说，虽然你教育部编的是13.5个月，对，到了时候地方政府只给10个月，对，剩下的5.5个月还是要缴回给教育部吗？是，还是要缴回给教育部，是，是这样子吗？对，是的。那为什么不能统统给13.5个月呢？因为教育部的部分是，这是涉及到老师权益的问题啊。对，但是这个部分基本上，因为刚刚跟委员报告，因为聘约的部分呢、啊，虽然聘约的部分是没有问，是这样的，可是新的聘约的时候就可以改过来啊。对。可不可以？这个部分哈、因为各县市政府我们召开过会议，他们也表示这困难的地方，因为确实就会像刚刚委员提到了，就变成一个县或者一个市，它会变成两种制度的这样子的问题，对、啊、也会产生在现场上面有一些汉格的问题。那市长，对，是我们马上要审106年的预算，对，这个预算我到底是给你10个月还是给你13.5个月？你编的是13.5个月的钱呢、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提到65万的部分，它是一个平均数了，它倒也不是说完全都是用13.5个月嘛，倒也没有说已经没有了，对，是的，国教署的这个主导报纸上都写的是13.5个月啊，因为我也问了国教署啊，他讲13.5个月啊，对，是，他是基本上他是，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今年我们审预算的时候就只给你10个月的钱哦，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跟委员报告，因为他我们那个65万的部分，基本上因为老师的续薪啊，代理教师的续薪，他会根据他的学历各方面的条件的不而有不同的一个标准。不，市长、啊、对，所以他是抓的是一个平均数。你是觉得合理不合理吗？是，我第一个一开始就问合理不合理。对，明明做一年的工作，只给人家聘10个月，嗯，老师敢讲说不吗？嗯，老师一定要做嘛。嗯，那只好委屈自己做10个月的事情，做一年的事情，可是只拿10个月的薪水嘛。这是对老师人权的伤害嘛？这是不合理的事嘛？嗯，那既然不合理，我们为什么不要求地方政府把它改成10年，或者把它改成1年呢？嗯，对不对？这个才是公平的吧？对，大家工作一年，是为什么这个老师只能拿10个月？这个那教育部，你明明编的是13.5个月，嗯，然后只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坚持，你宁可把5个月的钱收回来吗？嗯，这也说不过去嘛。所以市长是。在今年年底以前是处理的话，全国一致性公平性还来得及。教育部是不是可以立刻召集地方首长来召开专案，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邀请地方政府再来进一步的研商，对不对？一定要一致性嘛。对，否则的话，如果拿到教育部的钱是13.5个月，嗯，拿到地方政府的只有10个月，嗯，将来你教育部你怎么处理这一块？嗯，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对。是的，今天高教工会要喊出这个问题出来，就是因为不一致性，嗯，不合理。第二个来讲，你教育部从学校借调多少人到教育部来？有关这个借调老师的部分呢，因为监察院也曾经调查过哈、啊，所以那你这些借调来的老师，在你教育部上班，对，学校就要找代课。代课老师在这个，然后学校找了代课老师，难道就是给10个月吗？然后正式的老师到你这边来拿是13.5个月、嗯，然后找了代课老师只有10个月的薪水，合理不合理？也不合理呀、啊。那我减少代课老师，你教育部借调的人通通归还给归建给学校好不好？公平啊！你教育部做不到嘛？是，你做不到。然后把学校老师拿来13.5个月，学校再聘一个老师10个月，学校当然愿意啊，我可以节省成本的、啊。可是不合理吧？报告一下，这里面我也要跟委员报告。是的，一样的，同样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是代课的，就只能拿10个月，对不对？他是全职的，就拿13.5个月。
所以一个公平性，一个一致性，这个教育部都要考量到这个问题啊，你教育部不能不考量啊。是，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了解了，各地方政府大概主要都还是在财政方面的考量，因为涉及到的经费非常的庞大，所以大概在除了少部分的县市在经费上面比较宽裕，比较没有问题的，其他都是县市的部分都一直在反映到这个经费，市长的问题。当老师包围教育部的时候，是，你可以跟他讲说这是地方政府的事，你回去找地方政府吗？老师会接受吗？我们在邀请地方政府，老师不会接受的了。我们在邀请到最后大家还是找你嘛。是，因为过去来讲教育部没补助嘛，从106年开始吧，也就是从105学年度。就是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你教育部有补助嘛？当你有补助了以后，一国两制嘛。拿教育部的13.5个月，地方政府聘的10个月嘛。问题就在这里面产生了嘛，所以大家一定会找你教育部嘛。那你怎么办？所以你教育部无法协调的话，你就要找行政院统筹分配款的问题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教育部补助地方政府多少钱？地方政府会不听教育部的事吗？只是教育部你要不要做的问题。如果你教育部觉得要给老师一个公平，你觉得全国应该要一致，不要两套的办法，教育部聘的3000多个是拿13.5个月，地方政府聘的10000多个人是拿10个月，你觉得这样子不好的话，你教育部本身就要出面来召开协调会，希望政府按照教育部的这个方式来处理，可不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邀请地方政府来进一步的研议。好，是我希望审查预算的时候，对，你可以告诉我的进度，是，好不好？好，你告诉我你们跟地方政府协调了怎么样子？好，我们否则的话，105跟106年的预算，我们到底要给你多少？是，好，好不好？对，谢谢。是，谢谢姜委，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蔡宜委员。请林次长。林次长，请。蔡委员好。次长好。是。次长，那我们今天在上午的时候，我们有处理到一个法案，哈，是关于说公务员退休，这个公职人员退休后，如果转到私校，哈，那去担任私校的教师。好，那我们上午的时候，我们是有两个，两个修正动议。对，是。那我要问次长说，如果我们朝向这样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方向，未来公职人员退休后，他再去担私校的，如果他领的超过基本工资，我们希望他的退休金，要减少，不管是减少到剩35%，或者是全部退休金就没有。那次长，你可以判断的是，这样是不是会增加未来更多教育界的年轻人到私校去教学的机会？是的，跟委员报告一下。第一个哈，教育部呢基本上支持对于公教老退休人员转移到私校的这样子的改革的方向。对啊，不管是早上协调出来两个方案，哪一个方案，基本上教育部都支持这样的方向。那主要公教的部分希望能够一致、同步、同标准去做处理，同样的标准嘛，对对 对，是的。所以不管是如果他是转到其他的公职的话，我们希望他希望他这部分都没有那如果到了私校的话。我们有两套方式，这个未来留待朝野协商再确定，是的，剩下多少退休金？对，是的。那我今天也看到了说在，教育部长我们部长有说他认为说未来这一个教育部的一些官员，他们会定了一个3年的旋转门条款，对，是，就是希望他3年后不要转入私校，好，那去扮演这样门神的一个角色。那我相信说这样一连串的一个改革，我们都是希望说可以创造出一个更公平的一个社会。那也不希望说过去大家一直在骂的，就是说这个私校的领双薪，在私校领双薪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只肥猫。所以，我们今天在处理这样肥猫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样这个改革方向都完全正确。市长，你的看法呢？
基本上教育部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方向的。那我相信，也就像刚刚蔡委您提到的哈，这个部分大概就会限制了，或者是减少这个公教人员退休以后再转任私立学校的诱因呢。对，会降低他们的诱因，所以我想那个缺将来在私立学校的缺释放出更多缺出来了嘛，更多缺给年轻的年轻人有更多的这个就业的机会。OK， 那我们既然已经注意到这块了，那所以我还是要继续问。我早上我有问我们我们专委哈，我们有问我们教育部早上来体会的专委是是是。对，那如果我们在这一块我们已经释放出缺了，那我们是不是要进一步来讨论，就是所谓教职人员他们延后退休，也不是延后，就是65岁退休、嗯，对，而不希望说这些教职人员在他现在已平均都差不多五十出头岁，国中小、目前平均年龄大概54岁了，54岁啊，54岁就退休，哦，那这退休年龄太早，那我们也希望这一波的年金改革可以定调到65岁后才开始领退休金，嗯，那这部分次长你的看法呢？目前我的了解，在年金改革委员会有这样子的初步的共识了，但还没有形成最后共识。也就是说，那个退休的起支年龄呢，跟可以开始可以领退休金的哈、这个年龄的部分，基本上是做希望能够做脱钩的一个处理啦。对，啊，嗯，那所以就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基本上教育部的立场就是希望一样，公教的部分能够一致性的处理，那也尊重最后年金改革委员会。最后的共识的方向，那教育部会配合来这个办理。对，因为年金改革。至于因为在学校的这个教育现场上面哈，它跟一般的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地方，所以包含各界大概也有在提到了，尤其是国小的老师啦，可能这个老师那个年纪太大，然后带那个孩子年纪大概差异比较大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是不是能够考量到教师现场的新陈代谢啊，以及在教育现场的一些特殊性的部分，是不是在这个退休年纪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再有放宽的考量？这个部分教育部呢，也在年金改革会议也提出这样的意见了。那最后的部分还是会在年金改革会做综合性的考量之后，那么研提方案，那么做后续的处理，教育部都会配合办理。对，因为这部分的话，我董事长你所要表达的哈，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定65岁。那我看外界的批判一不断在说，哦，这样会增加更多的流浪博士。好，那如果市长说了，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在于国小，在比较国小或是国中这一段，哦，那这一段的话应该跟流浪博士又比较没有关系，因为念到博士比较少会是从事国小或国中的，好，所以这两件事应该是市长可以做。刚刚你的回答就适度做了一个澄清了。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现在65岁退休，我们好像定义的就是说，我已到了哈，现在54岁退休，那是不是54岁到65岁这个阶段就很不适合从事教职？哦，我认为说这个未必啦哈。但市长现在大家一直在强调的说，哦，如果是小学生啊，我60几岁了，我在教这样的小学生，会有不适应或不适合？我想象上只有家长自己的心理感受吧。你一个老师他从职教这么久了，如果他一样保有这样的一个热忱的话，我想这部分不会有任何问题啊。是没有问题啦，只是外界有这样子的声音呢，我只是把这外界的声音带来做这样转达。但你说60几岁老师一样有热忱的，包含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都是60几岁老师在教啊。对啊，我小时候我的老师也都是60几岁 啊，所以我感觉他都很严格啊，非常的好啊。应该标签化了，对。但是应该考量到这个职场上面，包含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新陈代谢啦。让这个年轻老师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能够去做一些通盘性的考量，也得考虑到教育现场的疏离性，能够针对中小学的老师的部分，能够有不同的设计跟考量。对，那如果有不同设计的话，教育部还是要好好规划。对，因为我认为说这个年金改革就是要处理到底我们的公务员的合理的退休年龄是什么。好，包括军人也是都强调说，他们都是40几岁都退休，他们退休有些还未必是他们自愿性退休的。好，所以我可以理解每个职业之间会有他不同的一个状况。好，但是我不认为说老师，尤其是教授有时候是愈教愈厉害呢，教到后边那真嘞，吼，已经啥物代志拢知啊。啊，你他已经教到了这么的娴熟的情况之下，
啊，结果咱叫伊咱会早早退休，然后过去可能还会转到私校。好、哦，我们当然是一步一步的定出最合理的哈、哦，这个工我们这样的一个教职，它合理的退休年限，以及避免双薪、避免肥猫的这样一个状况。市长，我想这部分是都没有问题嘛？是，我们都朝这个方向，政策是支持，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做处理。那我想，我们教育部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赶快把所谓方向是怎样，那配套措施是怎样，要赶快定出来。那第二点就是要对外沟通，而且我们有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完整的对外说明。好、哦、像刚刚我讲的，如果六十五岁退休，很明显他冲击到的并不是流浪博士这件事情，我们也适度的必须要去做一个说明，好不好？好的，好，谢谢市长，谢谢蔡委员，谢谢。好，那下一位请尤美女委员，那请蔡毅委员代理主席。好，请尤委员。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林次长。请林次长。尤委员好。林次长好。是。刚刚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委员，大家都已经就是咨询到关于就是这个私立学校就流浪教师或是流浪博士的问题嘛，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少子化，然后就是又有很多人少子化，同时我们高龄化，那其实每一个人即使就是说到了退休年龄，事实上他都还非常的这个精力充沛，那甚至呢其实他们的整个是说其实那时候才是他人生的黄金的时段，他的这种不管是学识啊、精力啊、人生的阅历啊等等呢，都是刚好是在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会看到说有很多的教师他就从公立的学校退休，然后就转任到私立学校去。那当然尤其有些的名师，那当然更是私立学校这个所谓的趋之若鹜的。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会发生了一种排挤的现象。因为事实上呢，因为少子化，所以那个教师的员额就会有限。那现在呢，这些有限的名额呢，因为在这些退休的老师过来，那这样子他们又担任全职的，如果说他是兼课那 OK， 可是他们有很多又是担任全职的教师，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就会去挤压到这些新进的教师的这个员额，所以是造成了很多的年轻的教师，这种所谓的流浪教师，或是呢这些尤其在大专院校一些归国的这些博士哈，年轻的博士他几乎没有学校没有缺可以进去。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尤其现在中国好，现在世界各国其实也都在抢人才，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所栽培出来的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他变成没有办法为我们国家自己所用，反而是跑到别的国家去，尤其是跑到中国去。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会造成这种所谓的人才的这种逆流。那因此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当然大家会去讨论到的就是说，那对于这些的已经退休的老师，他要转任到私校，一方面呢造成这所谓的世代不正义，那另一方面呢，他们其实已经领有退休金，那今天又在私校呢，又在领有全额的这些薪水，那就造成所谓的双薪肥猫的这些的问题。那当然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对这所谓的公职人员他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公职人员是转任到私校去的，那我们今天早上处理了。那今天下午我们当然要去处理说，好，那你如果是在公立学校，那你退职下来之后，那你出来就说你到私立学校去的这部分我们要去处理。那对于他在转任公职的部分，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些老师他退休以后他其实就转任公职去了嘛，好，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不是也要一并处理？基本上教育部是支持公教的部分是一致性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基本上包含早上讨论到的这个修法方向，以及我们目前教育部所提出的包含的那个学校退休人员条例的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希望跟公务员的部分能够采取一致性的方式来做处理。那也希望在处理的部分呢、能够采取同步啦。同标准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是教育部对目前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OK， 所以就是说，好，今天不管他是
公职人员他去转任到这些的公家的机关，或是呢就是所谓的政府投资的这些的公部门，或是到私立学校的处理，跟说我们今天是公职的在公立学校退下来的教师，他去转任其他的这些的公职哈，或是说政府转投资的这些的行政法人或是公法人等等，那或是到私立学校去，那这些整个就是说跟公务员的退休的法的规定都一样的处理嘛哈。好，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当然我们也会希望是说对于这些的教师呢您会觉得就当他再去到私校再去的时候呢，那他其实是依照现行的这个所谓的公务员的退休的这个部分的规定，他其实是可以去做选择的。我要嘛我就是依照就是说我不要依照超过这个法定的基本工资，我低于法定基本工资这个2007元，那我就可以领这个钱再加上我的月退俸。那如果说好，我今天呢我想要这个领这个我的这个全新的这个私校的这个钱，那你这个月退俸你就停止下来。好，那当然今天早上柯志恩委的版本是说，哎，我除了领这个全新的这个钱以外呢，我这个因为呢对于这个我所谓的退休金里面的有3/5，那个部分是我每个月的这个钱薪水里面去扣下来的，所以那个部分呢其实不应该把我停止，说应该继续领。那你觉得这个部分合理吗？针对早上公务人员退休法里面大家所协商出来的两个方案的部分哈，教育部的立场的部分基本上都尊重。那最后在立法院通过的是哪一个版本的部分，教育部也都会全力配合来办理。OK， 好，那这里在另外的一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那因为就说这些的教职员，因为他没有办法进来，所以他就变成是代理教师。是，那代理教师他领的就是所谓的时薪，然后呢因为这样时薪呢没有办法过活，所以他就变成了到好几个学校去当代理教师。那以至于呢其实呢我们会看到说，事实上我们很需要的其实是老师他要专业专职，他才能够呢去投入他的心力去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学生呢做出最好的一个教育。可是呢当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温饱，他必须要到各个学校去兼课，然后呢他领的又是时薪，因为我们也知道说领月薪跟领时薪是差很多的。当他是代理教师的时候，他可能领的代理教师是领时薪。代理教师的部分通常代理教师领的是月薪啊，领的是月薪，对对对，但是比较少。刚谈到兼课老师，兼课老师领的是钟点费，是钟点费，对，是的。 OK， 所以那钟点费就很少嘛，那钟点费很少的话就变成必须要到各个地方去兼课。好，那这样子造成这种所谓的人力的一个浪费。因此呢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全面去做检讨跟修正 的。那当然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谈这所谓的翻转教育，因为在以往尤其在像说在技职教育里面，以前呢这所有的这些的老师那他可能教的比较是理论性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事实上很需要的是所谓的业师，但是这些业师呢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教师的一个资格，因此呢他今天可能要到这个学校里面来教的话，因为是像我们说在技职学校其实你除了理论以外其实你是非常需要这些的业师的，但是这些业师呢他没有办法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来，所以他就只能够拿的是钟点费。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呢有些的业师他其实这种就他在这个实务上呢是非常非常的专精，你今天呢所谓的技职学校你只是理论是没有用的，你其实你需要的是这种非常专精的这些的实务，但是呢教实务的这些老师他只能够当业师，他只能够用钟点费，因为他没有去依照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个有关那个业师的部分呢、目前在大学法里面叫做专业人员呢、在专科学校法里面是专业及技术教师啦、那不管是大学的专业人员或者是专科学校的专业及技术教师，他可以专兼，可以专任聘请，也可以兼任聘请，都可以。那这个部分是由学校那么来做一个聘用，所以我的了解包含了大学跟一些专科学校里面也有聘请专任的这个业界的人员进来担任专任教师的，他可以专任的业界人员、有了，所以目前法规是有的。那他不需要修有教育学分，他不需要有教师的资格、不用不用不用，不需要。是的，大专校院、他不是高中职以下，高中职以下的话是要有教育学分的，要有教师证。对，那今天就是说，大专以上的部分的话，他经过学校的聘任程序，他就可以聘请业界来担任专任的专业人员，或者是专任的专业技术教师。当然也有学校的部分，有些是聘请兼任的，根据学校的课程安排，实际上的需要，有学校的聘用。
对，那这里就牵涉到，就是说，好，当今天呢是综合高中的话，它有一部分其实是属于技职的部分嘛。对，是的。那技职的部分，它其实也需要这种所谓的夜师嘛。对，你刚刚讲的是说什么技术？专业级技术教师。啊，专业。专业级技术教师。好，专业级技术教师。对，在高级中等教育法里面有。好，但是这些人他就没有办法聘为专任嘛，对不对？可以聘专任。也可以聘为专任。可以聘专任。那他的条件呢？是不是他的名额非常有限？这个由各校自己本身去做聘用，由各个学校自己去聘用，对，是他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希望是说，但是基本上，专业技术教师的部分，教育部他会有审核，所以可能要把他的那个资历啊，比如说他可能要获有丙级、乙级或者甲级的技术师证照，或者是获得到国际的一些的什么技术比赛的这些的部分，然后呢送到国教署，国教审核之后，他可以领有专业技术教师。那学校就可以聘他当个专任的或者是兼任的。OK， 目前这个都已经实施非常多年了，都有现行的制度可以办理。对，我们这是已经实施很多年，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很多的这种所谓技职学校转大学嘛，对，所以其实学生一窝蜂的去往这种所谓的大学去升学，那我们的技职其实就有点越来越空掉。是，那现在其实就是说，事实上应该也要让大家在技职的这一块，其实我们台湾是应该要再把它重振起来，因为事实上我们台湾在以前过去经济的发展，技职学校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对一些的规定是不是也应该再去重新的再去检讨一下？是的，完全赞同刚尤委的意见呢、啊。对技术职业教育的部分哈、啊，包含了蔡总统啊，他也非常重视嘛哈，几次的讲话里面，那教育部呢目前也已经研定了技术职业校园法。在103年1月份就已经通过了，所以有关强化技职教育的部分呢、啊，包含了技职教育的二期再造计划或三期再造计划，教育部会强化这个部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制度跟相关的一个资源的投入。OK， 好，谢谢。是，好，谢谢尤委，谢谢。好，谢谢尤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林威忠委员。主席，我们还是请林次长。林次长，请。林委好，是。你好，次长。关于这个《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13条的修正条文，其实我们早上。针对公务人员退休条例，其实已经有一个模式了哈，大概会两岸并陈的方式哦，在做最后的协调，因为两种解决的方案都能够解决一些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哦，就是说不希望这个领双薪退休之后，然后领双全薪。然后造成这个社会上所谓双薪肥猫的这样子的非常不好的印象，那这一部分也是年金改革里面的一环啊，那两种解决的方案呢都能够大部分的处理这样子的不合理的现象了，那差异其实只在小部分有差异了，那各自也有各自的道理，对，好，那部分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把它协商出。我想哈，就是朝着像早上的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哈。是。另外我要来请。教育部支持这样子的方向。好，是。是。另外我倒是要来请教哈，关于这个公立幼儿园哈，行政院在10月20号通过扩大幼儿园教保公共化方案哈。是。希望在未来的4年内增设公共的。幼儿园1000班哈，收3万名的幼儿哈，是的，这个经费大概预计会编列多少？经费的部分106到109年，四年度、啊、四年的话大概是投入62.15亿，那未来之后每一年的部分呢，基本的维持费的部分大概是18.33亿。OK。因为有一些是硬体建设的投入吧，对，是的，好，那有一次性的经费的投入，是希望从目前哈这个公幼跟私幼的比例啊3:7，公幼是3嘛哈，对，私幼大概占70%，提高到4:6，提高1%左右了哈，扩大这个幼儿教保公共化，是，那这个公共化里面，
其实里面有两种啦，一种是公用，纯公用的部分哈。对。那另外一部分是所谓的非盈利。还有第三种特约幼儿园。还有一种叫做什么？特约幼儿园。特约幼儿园就是公幼之外有两个方式哈。就是、可能针对私立幼儿园的部分，有些名额的部分由政府那么来负担这个经费，提供给弱势。学童去就近就读的机会，那这个部分也会在做示范跟规划。幼儿园这四年，这一次的四年主要是以非盈利幼儿园为主，非盈利幼儿园为辅，同时开始示范。所以主要是配合这个非盈利幼儿园，主要是以非盈利幼儿园为主，是来进行公共化。是。现在我要跟次长讨论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方向。是。好，但是，公私立的幼儿园其实对于家长来讲，是家长有不同的需求了，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需求，也不可能把它完全变成公幼了，有一些需求，这个是家长的需求，他需要私幼，他提供有不同的服务，服务的项目可能不一样，服务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有的家长有那样的需求，所以是我们只是要局部的提高10%左右，这样子公幼比例啦，就是广义的公幼比例啦，我们这样现在就直接把这个名词叫做公幼的这个比例啦，那我要在这边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这一笔预算虽然全国我们是希望达到这样子的提高10%。提供30,000个增加30,000个这个公幼名额，但是在各县市，到底你在执行的时候，教育部在执行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怎么样？各县市是要如何分配呢？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教育部的部分是做总量的一个管控了。刚刚讲了3:6提高到4:6是总量的这个部分。全国。那因为各县市的情况是不一的哈。对。那22个县市，我们的了解呢，目前已经有达到40%比例了。嗯。的这个已经有公共化了，40%比例了，大概有11个县市了。对。那个不到20%的的部分，大概是有8个县市了。20%到30%呢，大概是3个县市了。那你们将来会怎么样？未来的部分当然会以刚刚提到的那个未达40%的这个县市的部分，那么作为优先的一个办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县市。那刚刚提到了，虽然有11个县市它已经达到40%了，但是它还是会有区域均衡不均衡的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都会区里面，它的需要量大。但是呢，它的提供的比例比较低，那会以这个部分来优先在这个4年里面作为教保那个服务的部分公共化的主要的一个对象。好 ，OK， 这个方向跟我的想法很接近。我认为这个全国当然是希望提高10%左右的公幼比例，提高这个30,000个公幼园额的比例，但是在分配的时候应该要注重这个城乡差距以及它的需求，需求量，那各县市可能不一样，甚至到各区那个像直辖市的区或是像我们县市的乡镇都会不一样，有的地方需求比较强，而且它需要比较多，所以这个我想你们要更细腻的去执行这样的政策了。以我们新竹县为例我举一个例子给你看我们新竹县3大乡镇整体来讲我们现在平均大概30%嘛，那个公幼比例全国大概30%几是在公幼就读，但是在新竹县来讲，其实我们只有17%，二十左右，不到20%了哈。那如果再看详细一点，在竹北、竹东、湖口这个3大乡镇，我们3大乡镇是竹北、竹东、湖口，目前大概只有10%几，的公幼比例啊。所以那个原因我跟市长报告一下就是说人口成长特别快的地方，公幼事实上来不及。以往的公幼常常是跟小学在一起，独立的幼稚园也有，附设幼儿园也有，但是那个建设都比较需要庞大的经费以及时间，要建设一间学校也没那么快，
要土地，要经费啊、哦。学校县市政府可以利用那个少子化以后那个闲置的校舍空间呢、啊。是啊，我们那边没有少子化的问题，我们那边是人口成长。我现在跟你讲的竹北、竹东、湖口，就是幼儿人口是成长的，所以那种地方哦，公幼的比例就会特别低，是，因为来不及建设，所以将来一定要执行这样的，全国的政策一定要考虑到这样子需求，各地的需求不一哦。那像新竹县，像这几个乡镇。我想就要特别注意，我想我们希望在立法院里面哦，针对这样的政策做成一个决议啦，是就是说要参酌各县市目前的公幼比例，对，来酌以分配合理的分配这样的预算，是这样才不会造成差距更大。本来就已经很有钱的县市，它的公幼比例就很高了，你还给他一样的钱，你如果按照人口比例，那台北市可能拿最多。然后台北市其实已经是最高的公幼比例了，所以它福利更好，所以这个决议我们会来做，希望你们可以真正按照你市长你刚刚其实有讲明白了哈，希望各县市公幼比例低的地方，我们足以给予比较高的比例，对，是啊补助，那甚至在乡镇更需要的地方给他更多一点，我想我们立法院这边会来做一个决议，然后给你们参酌。是的，教育部目前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做处理。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林委，谢谢。好，下一位周出明委员。谢谢主席，那还是请主席请这个林次长。林次长，请。周委员好，是市长好哈，因为想讨论一个下午，其实应该争点方向都很清楚了哈。那今天审查的是柯志恩委员跟王定宇委员的版本嘛？是。那王定宇委员的版本主要是针对于说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还有一些所谓的国营事业。是。那这个基本的方向精神，应该就是跟公务人员退休法23条的，我们在上个会期5月11号通过的这个修正草案是一致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且跟我们现在10月份那个行政院通过的版本是一致的，已经送到大院这边来。对，那柯委员他下午这个版本，事实上他的方向跟修法的精神也是跟早上他提出来的这个那个公务人员退休法23条之一也是一致的嘛，是一致的。那其实这些方向修法的方向，基本上就是主要是世代正义跟公平正义嘛，平等权还有世代之间的问题。那刚刚法制局有给我们一个资料，其实在上一届啊，其实邱志伟委员还有李俊毅委员、许志杰委员，他们其实都有分别就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13条提出修正草案。那他们三个人的版本，其实上方向也都包含在等于在我们今天提出来的这个审查的范围了。一个是希望说，你如果再任私校的话，再去私校工作的话，事实上是他不认为说应该再给付这个再发给退休金。那另外李俊毅委员的版本是说，如果是在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或者行政法人、公法人这些，那当然也不能再发给这个退休金。那许志杰委员他这边也做一个他的草案，就是我们今天的折中，他是认为说，如果是所得超过一半的话，就是原来比较像柯委员提的那个条件啊。那这些法案其实在上届都有审查，都有在司法、法制、教育、文化联席，但是就停顿了嘛哈，就后来没有再继续审查。那也许当时的时空背景没有到说，哎，这个法案的方向到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决定。那现在这个会期好像实际上因为跟年金改革的问题牵扯在一起，就是说它事实上它就是年金改革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其实都有这样的有志一同嘛哈。但从现就我们下午讨论的跟我们上午得出来的一个审查的方向，现在就是说一个问题点，就在捐助的部分，财团法人捐助的部分，就是说公务人员退休法23条那个部分，事实上不发给退休金，大家是有共识的。那现在是说，你如果再到私校去任职的话，那
到底是不发给退休金，好，就是他的精神，他的意义是说，那你既然选择了到私校去工作，那你就暂时不可以停领这个退休金。那另外一个是说，那要给他35%的权利，好，保留他35%的权利。那我们刚刚几位委员也已经提出了这个修正动议，是两个版本呐，哈。那我是想说，我想就教于次长，因为这些的政策这个方向，其实大家讨论的很久了。那我想你在。我刚刚听委员质询你的时候，你好像你也是在教育的单位，也是服公职30多年了嘛，哈，应该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专家。我想要请教你，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到底是要完全不发给他退休金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重视的精神价值是什么？那如果是要给他35%的话，我们考量的价值或者是我们要去维护的权益是什么？想听一下这个次长的意见。是，谢谢周委员对这个议题的关心哈。基本上对于哈这个退休的公教人员转任私立学校的部分哈，教育部的立场基本上是公教一致了。同步同标准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对，所以会支持这样子的改革。我刚刚也听到你是这样说，没有错。第二个的部分呢，就这两个方案的方案的部分，基本上教育部的政策立场的部分，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两个方案的部分。对，那我是要问你说，这个是确实这两个方案的部分在乎保护的价值在哪里，对，它都有它的利润基础啦，都有它的利润的一个基础。你可以再讲清楚一点。那以那个完全停发的部分，因为。公教转任包含的政府捐赠一定比例的20%以上的这个部分，它是停发，它是停发，对，是停发。所以呢，转任到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基本上它也接受政府的奖补助款，也接受政府的这样的捐助。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把这个前提条件拿掉了。对，所以这拿掉，但是基本上它只是拿掉，说避免就是有的假校可以，乙校不可以，或者是那个。他每年的这个补助标准会不一致啊，计算的标准会不一致，会产生这种执行上面的汉格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条件是把它拿掉了。那不管是只要你转到私立学校，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那这样子的一个全部停发的部分，就会跟因为他也拿私立学校虽然是私立学校，但是政府也有一定金额的这样经费的一个奖补助款，所以跟那个转任20%哈，这个政府有捐赠。捐赠的这个法人的部分，基本上有点类似同样的情况，所以呢，采取一致性的这个停发，全部停发的这个部分，这个利润基础大概是这样。那第二个案子的部分的话，就停发65%的部分，因为呢，这个退休金的部分哈，退休金呢，因为我们现在退休金改成是那个提拨制嘛，提拨制，其中呢，自付额啊，就是退休人员自付额是35%。然后政府的补助的部分是65%，是教职人员。对对对，教职员，包括公务员也都是一样提拨制，所以那个65%因为是政府补助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在任私校的部分就应该停发。但是35%是个人自己缴的。但是在捐助的部分，财团法人捐助的部分也是有他缴35%的情况嘛。对，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后当然是大家可以讨论的。但是那个因为三个是一个法人，是政府有捐赠成立的一个法人的这样一个单位。那私立学校毕竟它还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它并不是政府去捐赠的，虽然有补助啊，那是奖补助款，但并不是捐助成立的。捐助，对对对。因为早上全序部次长他的意见，他是认为说全序部的意见，他是认为说，如果是做不同的一个规范，这个停领退休金的这个范围不一样的话，是不是有宪法平等权的问题啦？那只是说将来我们势必就是在这两个政策里面择其一嘛。对，教育部基本上这两个政策的部分，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接尊重了，都支持。当然了，那确实是采用哪一个方案的部分，基本上它的论述基础是不一样的。那有充分的论述，那可以对外做一个说明，那基本上教育部都可以配合办理。好，谢谢次长。那接下来刚刚几位委员也是有跟次长讨论到这个代理老师的问题了。那我想着重的点是说，在偏远地区，因为偏远地区它要去的老师，他事实上基本上有一些困难，所以意愿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个偏远地区的代理教师的这个比例会比较高。那现在就是说，有在教育部你们的主管范围内，
就偏远地区的代理老师，你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福利，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条件，让他可以优先考虑说他去偏远地区当这个代理老师？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教育部目前正在研定偏远地区教育发展条例，目前的完成草案呢、如果顺利的话，也应该是在这个会期，也在这个会期会送到大院来进行审议。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教育发展条例，那就是会针对那个偏远地区学校的部分，教师的聘用以及公费以及禁用以及他的待遇福利的部分或者奖金的部分，会有一个配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划。那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说针对私立偏远地区的学校的部分，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诱因的增加，然后呢，能够优先提供正式的专任教师的。那诱因呢？诱因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一个方向？包含呢，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教学环境的条件呢、比如说，那个宿舍，叫宿舍，那能够留下这个老师下来哈。那另外的话，也可以针对这些老师，包含他到偏远地区担任这个教师，他的待遇的部分可以有偏远地区的这种加级。那这个部分是中央负担？对，那这个部分额外增加的经费就是由中央来负担为主。好，那偏远地区的认定怎么认定？偏远地区的部门，那个在那个偏远地区发展条例里面有一个认定的一个标准，基本上包含了像离岛地区、山地地区，是原来人事总那个高不是按照那个标准，我们另外定一个标准，另外定一个标准，这样会不会混淆啊？大家标准不一样，基本上不会，不会，就专门是针对于所谓学校你们来阐释偏远地区。我们估算下来，符合我们目前定的那个标准的部分，大概有500-600个学校了。五六百个学校，这你没有做过统计的，对吧？做过初步的评估。那请问次长，屏东县有多少个学校被列为偏远地区？有印象？我没有针对特别屏东县的，我们是针对全国的。全国是五六百所学校就对了。对是。好，谢谢次长。对，是的，谢谢周委员，谢谢。好，那我们先处理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到把法案审查完毕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给众嘉宾委员哈5分钟，好，谢谢。好，感谢主席哈，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机关首长官员、工作伙伴，还有记者媒体女士先，那我很快的呢来询问一下，有请我们次长，林次长呢？好，次长，请。没错。中委好，次长辛苦了哈，我想我就简单快速的说一下，上午我们就。公务人员退休转任私立学校的教授教师啊，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了。那我想我还是呢要不厌其详的稍微描述一下，为什么我们教育委员会可以说绝大多数委员我们都支持这个提案哈，就是因为我们考量的就是目前私校的教师啊，为什么要聘用退休的公教人员？那其实呢就是一个成本考量啦。那我觉得教育部这一点呢一定要充分掌握。因为目前私立学校他聘任来自公立大学退休的教授，大概有几个好处嘛。首先，他的退休保障自己带来了，所以私立学校在聘请他的时候，大概谈条件他谈月薪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呢，他既然来自于公立大学，一般对私立大学来讲，我学校的师资有公立大学退休的老师，好像对于他的学校对外的招生上有号召力，但是因此而造成的结果。就是说赢者全拿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年轻的学者从海外从国内拿到博士学位，要到国内的大学任教，大家抢过头都是要去公立大学，因为你到公立大学不只是你的薪水保障较高，连你退休之后的出路都比私立大学好。那造成的结果呢，你一旦进入了公立大学，你甚至排挤了私立大学他的薪资额度去雇用其他年轻的学者担任专任教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一点教育部应该非常清楚。所以呢，我觉得过去我们在教育委员会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说不同党派大家几乎都有个共识。那其中呢，公务人员退休法的部分啊，我想早上已经讨论过。我们来看一下，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当中，我们在目前的内容当中呢，只有褫夺公权啊、只有呢领月退休金之后再任公职的限制。但是我们现在规范的是在任私立学校的教职的部分，那因此啊，本席呢在今年的7月11号我就临时提案，就请教育部啊，为了了解退休的公务人员跟公立教学校的教师
转任国内的公私立大学的聘雇状况，请教育部呢提出来。那教育部呢也有提出来了，我大概报告一下。目前教育部呢，在于现职公务员担任私立学校的董事的当中呢，有33人次。那么如果是退休公务员去担任董事跟顾问的呢，这有11人。那么以公立学校，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要修改的教职人员退休条例当中，公立学校当中，他现职教师去兼任私立学校的教师的有291人次。以公立学校教师退休到私立学校担任专任或兼任的老师，有高达838人次。换言之，从教育部提供的资料来讲，我们相当程度看到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修改这个教职人员退休条例，学校教职人员退休条例，就是要避免我们来自公立学校的专任教师，他退休之后再排挤到这些私立学校提供专任教职给其他青壮学者的机会。那请问一下教育部哈，你们对这838人次，你们在评估，如果今天这个法案未来照目前不管哪个版本通过之后，波及的程度有没有预做一个概况的了解？跟委员报告一下哈，但教育部就这个部分当然没有全部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评估了。不过呢，常理的一个判断哈，因为这个的对于这个公校的老师转到私立学校，也会停发月退休金，或者是减发这个月退休金，就减少他到私立学校的这个诱因。当然，对于他转任私立学校，绝对会有正面的影响。是，当然，我当然知道会减少他选择去私立学校占其他的专任教职啦。那我现在的我们是两边考量嘛，哈。对。一方面，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修法呢，会有助于私立学校将更多的教职的专任教职的职缺释放出来，让专任现在还在寻求专任教职的这些什么专案的教师啊，这些专案的教授，这些年轻的博士，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我也反过来要问，因为今天呢，我们做一个讨论的是35%或全停的这样的一个思考，那是不是可以请教育部啊，就这两个方案，因为我们未来会继续的讨论，先将就这838人次，请你们做一个调查，目前他的公立大学，他目前呢领的月退的情况是怎么样？再来，他到私立大学任教，有专任的，有兼任的，那他目前的实际的大概的薪资情况又是如何？那我们才有办法评估说，大概什么样的人，他可能是专任的。好吧，他就宁可领私立的专任，他宁可你停掉他公立月退俸的全部或只留35%。至于兼任的部分，他可能就放弃兼任。我们希望说教育部啊能够就这个部分呢未雨绸缪，先来进行了解，可不可以？可以。好，那就这样子，谢谢您，谢谢。好，谢谢钟委员，谢谢。好，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段宜康、张廖万坚、许志杰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那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由于上述委员提案仅涉及一条条文，所以各位委员如无异议，是否省略大题讨论，直接进行条文讨论？大家没意见，我们省略大体讨论，好 ，OK， 好，那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提案条文以及那修正动议。请参看条文介绍表，委员柯志恩等16人提案第13条，第一项未修正，增订第二项，退休教职员有下列情形者，停止其领受月退休金65%之权利。至其原因消灭时恢复，领受月退休金后，再受聘于受政府补助学费及其他费用之学校法人，其每年奖补助达新台币4000万以上，或达其该年税入决算40%以上，且受聘之平均每月报酬高于其在职同薪级人员月薪之1/2者，第二项之追缴、通报、查核作业、恢复发给等规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王定宇等28人提案第13条，退休教职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发其退休金及退休给付优惠储蓄存款利息（括弧以下简称优存利息），至原因消灭时恢复，
一、此罗公权尚未复权者；二、在任由政府编列预算之给奉薪给待遇或公费（以下简称薪酬之机关构或团体之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三、在任下列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者，括弧一、行政法人、公法人、政府原始捐助证或捐助证经费累计达财产总额20%以上之财团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金额累计占该事业资本额20%以上事业之职务，括弧二、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括弧三、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之下列团体或机构之职务或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一、财团法人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二、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本条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施行前，支领退休金及优存利息之退休教职员，已在任前项第四款及第五款职务，且每月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而无需停止领受月退休俸及优存利息之权利者，于本条修正施行后3个月内，仍照本条修正施行前之规定办理。未依规定自在任之日起停止支领月退休金及优存利息而有意领情事者，应由自己支给机关依法追缴至因停止支领日起意领之退休金及优存利息。支领月退休金及优存利息之退休教职员在任第一项第五款所列机构董理事长及执行长者，其出任年龄不得于65岁，前项人员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者，应即更换，但有特殊考量，经主管院核准者不在此限。领受月抚慰金之遗嘱有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者，停止领受月抚慰金之权利。宣读完毕。好，现在请宣读修正动议。修正动议一，针对王定宇等28人拟具条文提出修正动议。第13条，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领受退休金及退休给付优惠储蓄存款利息（括弧以下简称优存利息之利息）之权利，至原因消灭时恢复。一、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判刑确定而入监服刑期间；二、褫夺公权而尚未复权；三、因案被通缉期间，原第二款调整为第四款，内文与提案同。
原第三款调整为第五款。五，在任下列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以下其余的内文与提案同。第二项，本条例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人员及优存利息，以在任前项第四款及第五款职务且每月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而需停止领受月退休金及优存利息之权利者，于本条例修正施行后三个月内，仍照修正施行前之规定办理。未依规定自在任之日起停止支领月退休金及优存利息而有异领情事者，应由知己机关依法追缴自应停止支领日起异领之退休金，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人员及优存利息在任第一项第五款所列机构董理事长及执行长者，其出任年龄不得逾65岁。第五项及第六项与提案内容相同。提案人蔡逸瑜、吴思瑶、郭正亮、周春敏，尤美女、王定宇。修正动议二，第十三条，退休教职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领受退休金之权利，至其原因消灭时恢复：一、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二、领受月退休金后在任有几之公职者。退休教职员在任私立学校职务，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者，应减少领受月退休金65%，至原因消灭时恢复。支领一次退休金或养老给付办理优惠存款者，其优惠存款应同时减少65%。前项减少领受月退休金之恢复不及停发时之追缴等相关事项之办法，由教育部定之。本条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施行前已有第二项情形者，自本条修正施行后之下个学年度起适用前项规定。提案人柯志恩、林维洲，联署人苏巧慧、林德福、吴思瑶。主席，那个再先宣告一下。好，那个第三跟第四的修正动议有改了几个文字，就是关于那个人员把它改，依照那个法律管把它改成退休教职员啊。好，那请依照念。修正动议三，第十三条，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退休教职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领受退休金之权利，之原因消灭时恢复：一、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判刑确定而入监服刑期间；二、褫夺公权而尚未复权；三、因案被通缉期间；四、在任由政府编列预算之给奉薪给待遇或公费以下简称薪酬之机关构或团体之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五、在任下列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一、行政法人、公法人、政府原始捐助赠或捐助赠经费累计达财产总额20%以上之财团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金额累计占该事业资本额20%以上事业之职务；二、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三、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之下列团体或机构之职务或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一、财团法人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二、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六、在任私立学校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本条例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退休教职员，以在任前项第四款或第五款职务且每月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而无需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者，于本条例修正施行后三个月内，仍照修正施行前之规定办理。已有前项第六款情形者，自下一学年度起施行。未依规定自在任之日起停止支领月退休金而有异领情事者，应由知己机关依法追缴自应停止支领日起
亦领之退休金，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退休教职员，在任第一项第五款所列机构董理事长及执行长者，其出任年龄不得逾65岁。前项人员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者，应即更换，但有特殊考量，经主管院核准者，不在此限。领受月抚慰金之遗族，有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者，停止领受月抚慰金之权利。提案人：尤美女、周春敏、蔡逸瑜；众嘉宾：黄国书、张宏禄、林维洲、柯志恩。修正动议四，第13条，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退休教职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领受退休金之权利，自原因消灭时恢复：一、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判刑确定而入监服刑期间；二、褫夺公权而尚未复权；三、因案被通缉期间；四、在任由政府编列预算之给奉薪给待遇或公费（以下简称薪酬）之机关构或团体之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五、在任下列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一、行政法人、公法人、政府原始捐助赠或捐助赠经费累计达财产总额20%以上之财团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金额累计占该事业资本额20%以上事业之职务；二、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三、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之下列团体或机构之职务或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一、财团法人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二、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学校教职员退休后再任私立学校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者，应减少领受月退休金65%，至原因消灭时恢复。本条例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退休教职员，已再任第一项第四款或第五款职务，且每月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而无需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者，于本条例修正施行后3个月内，仍照修正施行前之规定办理。已有前项情形者，自下一学年度起施行。未依规定自在任之日起停止支领月退休金而有异领情事者，应由知己机关依法追缴自应停止支领日起异领之退休金，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退休教职员，在任第一项第五款所列机构董理事长及执行长者，其出任年龄不得逾65岁。前项人员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者，应即更换，但有特殊考量，经主管院核准者，不在此限。领受月抚慰金之遗族，有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者，停止领受月抚慰金之权利。提案人：尤美女、周春敏、蔡逸瑜；钟嘉宾、黄国书、张宏禄、林维洲、柯志恩。附带决议 A， 有关学校教职员办理优惠存款之规定，系规范于《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施行细则》等，而《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并未定有规范，原有关第13条所定停止或减发领受退休金权利之限制，请教育部配合本条例修正后，于施行细则增订停止办理优惠存款或减发之规定。提案人：尤美女、周春敏、蔡逸瑜；钟嘉宾、黄国书、张宏禄、林维洲、柯志恩。宣读完毕。好，那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个条文跟那个临时修正动议哈。那现在一跟二的修正动议已经有三跟四的再修正动议，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处理三跟四的再修正动议？那大家对于三跟四的再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我们就是把这三跟四的再修正动议把它保留出委员会，好不好？好，那它就取代了一跟二的修正动议。好，然后我们有一个附带决议，那附带决议也一并出去。好 ，OK。就是 A 啊，后面的 A， 嘿。嘿。所以大家没有意见嘛，哈。就是我们把第三、第四的再修正动议，好，跟附带决议一起出委员会，好 ，OK， 好。那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已经处理完毕，那对，然后。
那本案审查完具，那这个拟具审查报告，那提报院会处理哈。那本案需交由党团协商，那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每律说明。那附带决议哦，那个一项就一并提报院会处理。那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好，谢谢。好，谢谢。院长有指示的，那个是属于国防外交委员会。对，国防会，他们会比照办理。对。